那个环保署长到了没？我们要开会了，所以他现在在财政还在这边，他当然在这边啊。九点我要开会了。现在怎么？我从来没有碰过九点开会，首长不在的哦。双请坐，双请坐。九点我要开会了。因为那个财委会招我知道啊，但是你今天是这个委员会的主要的部会首长啊。是。好，苏勇请坐。好，出席委员以主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十届第四会及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110年9月29日星期三9:01至16:41，地点群贤楼801会议室。出席委员、代会员、委员等15人，列席委员吴秉睿委员等24人，列席官员劳动部部长许明春等相关人员主席庄召集委员进程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经征询在场委员意见后，主席裁示讨论事项议程变更如下：讨论事项一、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就业保险法》第19条之二条文修正草案等7案。本次会议讨论事项综合询答，经委员王婉玉、李坤泽、范云、刘建国、赖慧媛、刘世芳、吕玉玲及徐志荣说明提案旨趣，由劳动部部长许明春报告后，委员、代会员等21人提出质询，均经劳动部部长许明春及各相关主管等及时答复。委员杨琼英及林淑芬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委员质询未及答复或请补充资料者，请相关机关于2周内答复。委员另要求期限者，从其所定。就业保险法部分，本次会议由委员赖香伶等3人及委员赖香伶、王婉玉等4人分别提出第19条之二条文修正动议决议：一、说明及询答完毕；二、行政院函请审议《就业保险法》第19条之二条文修正草案等7案，审查完竣，并要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条文并同修正动议保留，送院会讨论。院会讨论时，由庄召集委员进程补充说明，需交由党团协商。保留之条文修正动议2案，通过附带决议2项。二、继续审查《性别工作平等法》第19条条文修正草案计12案。三、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性别工作平等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18案。性别工作平等法部分，本次会议由委员陈云、刘建国等5人，委员廖国栋等3人及委员洪生汉、范云等4人分别提出《性别工作平等法》第15条条文修正动议，委员赖香伶、王婉玉等4人。委员洪生汉、范云等4人分别提出第15条及第19条条文修正动议决议，一、说明及询答完毕；二、行政院函请审议《性别工作平等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30案，审查完竣，并按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内容如审查结果，院会讨论时，由庄召集委员进程补充说明，需交由党团协商。审查结果第22条，照行政院委员陈伯伟等22人及委员许淑华等16人提案通过。二、第15条、第19条及第40条等3条条文并同修正动议，均予保留，送院会处理。三、保留之条文修正动议5案，宣读完毕。全委员会上次议事录有无错误或遗漏之处？好，没有，议事录确定。本人会议程为邀请行政院环境保护署署长、经济部次长、交通部次长，针对我国未达成2050年净零碳排目标之具体作为，以及欧盟宣布碳边境调整机制对企业影响评估及因应措施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邀请行政院环境保护署署长、经济部次长，针对
温室气体减量及管理法修法方向及修法期程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以上议程采综合询答。我们现在介绍在场委员及列席官员。首先，苏巧慧委员，邱泰源委员，庄敬诚委员，赖慧媛委员，吴玉琴委员，洪琛汉委员，张玉梅委员。好，我们现在介绍列席官员。首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张子敬署长，气候变迁办公室蔡玲仪主任，综合计划处刘宗勇处长，空气品质保护及噪音管制处王玉斌副处长，废弃物管理处彭晨曦检验机证，环境督察总队蔡鹏培检验机证，资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会谢炳辉执行秘书，土壤及地下污染整治基金管理会简惠珍执行秘书，毒物及化学物质局陈淑林副局长。好，经济部曾文生政务次长，交通部陈彦博政务次长，运输研究所黄新勋副所长，路政司胡迪奇检验计证，航政司卢清泉检验计证。好，那我们现在请环保署张子敬署长报告。好，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那么今天环保署在这里就2050近零排放跟欧盟的碳边境调整机制的因应，那么以及温室气体减量及管理法的修法，那做一个综合的报告。那么简报的大纲，请各位参阅。那么有关我们现在的碳排放的状况，由这个图可以看出来，我们跟亚洲邻近国家来比，那么我们的碳排放由人类燃烧所排放的这个碳呢，那么已经趋缓哈。那亚洲国家只有日本是负的成长，那我们已经是趋于平缓。下一页那么从我们碳的排放跟经济成长来比较，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每单位美元排放的二氧化碳的量，那么跟我们的已经逐步的降低，那么跟我们的经济成长已经脱钩。那么整体的碳的排放，我们在108年，也就是相较于基准年104年，那我们已经接近它的排放量。那么109年的部分，那么经济部在9月底有公布了109年的电力排放系数，那么比预估值稍微高了一点点。那另外其他的这些排放量各部门还在盘算，那对于目标的达成可能会有一些些微的差距，那还在详细的计算中。那么对于2050的净零排放，那么现在全球已经有135个国家提出来承诺要净零排放那么入法的国家有13个，跟加上欧盟，那么有2个国家还在立法当中，请参阅那么从2020，那么怎么到2050的净零排放，那么国际能源总署它有提出来，就是2050要达到净零排放的策略，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点，就是在2030，那就2020到2030是要利用既有的技术大规模来应用，那么透过政策的支持，那达到2030的目标那么2030到2050要能够达到净零排放，就必须要靠干净能源的这个技术的创新，所以在可以使用的这些关键策略里面有底下的七项，包括提高能源效率、行为改变跟运具的电气化、生产的电气化，那么其他能源的替代等等。好，下一页那么我们因应气候变迁，那么朝向净零排放，那么总统在世界地球日已经提出来说2050净零转型是全世界的目标，也是台湾的目标。那么在今年的8月30号，那么苏院长在国家永续发展委员会第33次会议里面也提到，我们要积极办理温室气体减量及管理法的修法，要纳入2050的净零排放的目标下一页那么为了达到这2050
净零排放的目标，那么行政院启动了有关排放路径的评估的工作，那是由我们能源局简单办公室来召集，那么由各相关部会的市长来建立一个协调小组，那分别就去碳能源、产业及能源效率、绿运输及运具电动化、电气化、负碳技术及治理那几个工作圈来建构整个净零排放的路径。下一页。那么我们现在谈2050净零排放，从图可以看到，原来依据巴黎协定是希望温升控制在2度 C 最右边这里，所以我们法里面定的是我们2050要达到2005的一半，减少一半。那么现在大家追求的是温升要在 1.5 度 C 以下，也就是2050需要达到净零排放。所以各位看到原来我们的路径是绿色的这一条，那么现在达到2050的净零排放就会变成蓝色或者是棕色的这一条。下一页。那么有关欧盟的碳边境调整机制，那么欧盟是在2019的12月提出它的绿色新政，那么也在今年的7月14提出了碳边境调整机制的草案，那么美国跟日本也在研议相关的这些机制。那么这些机制初步从它提出来的草案里面，那么初期会针对的是钢铁、铝、化学肥料跟水泥，那么希望在2023到2025过渡期让大家适应，然后就是做申报，那么2026开始实施。那么在这个里面，它就是所谓实施的，就是说当进口的商品，那依据它产品的碳含量，那么它必须去购买足够的欧盟的这个碳排的凭证。但是有一个配套，就是说如果原产国有效实施碳定价，那么它就可以做一些折抵，可以减少。所以我们在经过跟各界的这个商议，那么大家有个共识，就是我们应该尽快来订定我们碳的定价。那么我们这个有关碳的这个排放呢，这个费用呢，我们在国内来收，那么利用这个钱专款专用来加速我们产业的低碳转型，那么提升我们国家的产业的竞争力。下一页。那么有关温管法的修法，那目前我们已经启动，那么也希望来修改为气候变迁因应法。那么这个我们从去年年中就开始跟各相关的团体单位来座谈，那在去年的12月底也提出修法的方向跟各界来沟通，那么我们现在做最后的调整。下一页。那么在修法里面比较大家关心的，就是除了刚刚讲的2050净零排放的目标，那再下一个就是说中央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整合的机关来推动。那确实在气候变迁里面主要的减缓跟调试，那么各位可以看到不管是减缓或调试，那就牵涉到相关的这些部门，那确实必须要做一些整合。所以我们在新修的法里面，下一页，我们经过参考大家的意见，那我们觉得在现有的行政院国家永续发展委员会，那么它是依据环境基本法第26条来成立的，那么它的组成包括学者、专家、社会团体跟政府部门，那么是由院长来担任主任委员，那么由政务委员担任执行长，那目前是由龚政委来担任，那么相关的委员部会的首长各位可以请参阅。那在工作分组里面，其实就把相关的这些事项都有工作分组。那关于气候变迁，其实也是在这个委员会底下的一个小组，所以我们认为未来如果强化我们国家永续发展委员会的机制跟功能，那么其实可以有效的来协调我们相关气候变迁的这些事项。下一页。那么因应这个碳边境调整机制，所以我们规划要征收碳费，那么希望专款专用来加速我们的低碳的转型。那么这个我们会目前规划的是这个从直接跟间接的排放，那么来征收，那么会有关相关的征收的方式等等，就在执法里面去订定。那么它用途会希望优先用在辅导补助这个办理相关的减碳的工作，那么发展相关的这些负排放技术的产业，那么要鼓励相关的这些减量技术的发展。下一页。那另外就是在这一次，因为我们从
我们的台湾的气候变迁科学团队，那么针对 IPCC 所提出来的这些报告，那预测其实如果大家不积极减碳，那我们的这些气候会产生很大的变动，像冬季那很可能会从70天降到50天，甚至可能变没有冬季，所以这样的一个气候的变迁，那我们需要更积极的来做相关调适的准备跟能力建构。下一页，下一页。所以因为总统跟院长也都宣示了，那我们2050会在我们这次的修法里面纳进去。那么另外就是现在减碳已经变成国际贸易的议题，所以我们相关的碳费的收取跟有关产品的这些碳的盘查等等机制，那我们要尽快的来建立，所以我们也已经启动了修法，也征询了大家的意见，那我们希望在做最后整理之后，那能够在这个月能够来进行预告。那么以上报告请各位委员指教，谢谢。好，谢谢署长。好，接下来我们请经济部曾文生次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到贵委员会来就本部的对于温室气体减量跟管理法修法方向还有修法进程提出专案报告。那因为国际气候的变迁还有各国陆续都加速温室气体减量的工作，所以环保署为了让现行的温室气体管理法温室气体减量及管理法能够与时俱进，符合我国的减碳去让我国符合国际减碳趋势，提出了这一次的修法。那针对这次修法的相关的几个方向，本部有几个意见也提出来就教于各位委员。首先第一，就是因为全球气候行动的针对这整个全球气候行动的布局跟思考，我们有几个看法。第一，就是展现2050净零排放的积极态度，对产业其实是有正向的帮助。因应气候变迁，现在全球大概有135个国家含欧盟已经宣示要净零排放。那欧盟跟美国规划对进口产品采取碳边境调整机制，国际企业的减碳协议对绿色供应链跟使用绿能的要求等等，已经让减碳不再是环保议题，它也是一个攸关我国国际竞争力的经济产业课题。因此，进一步认为国家展现2050净零碳排的积极态度，可以针对国外明确的释放我们的政策讯息，除了能够让国内的产业提早因应准备，也能够避免未来国际碳关税的谈判上面我们居于劣势，损及我国的产业出口跟供应链的竞争力，这个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碳定价这个工具，大家讨论很多，我们认为这个定价的工具有它定的必要，但我们应该要做好相关的配套措施。那因为碳定价已经成为国际重要的减碳诱因的工具，目前已有许多国家采行碳定价的工具，不管是碳税、碳费或总量管制、碳交易等等这几个方法，那它来反映碳排放的外部成本，同时能够提高绿能使用跟产业的节能诱因。那在全球净零碳排的趋势下，碳边境调整机制也会成为先进国家推动贸易伙伴加强管制作为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经济部认为碳费或减碳的核心政策工具，碳费是减碳的核心工具，那不是要不要收的问题，是应该要怎么样收，怎么运用，这个才是现在我们未来要讨论的重点。那我们是支持环保署紧速实施本次修法新增的碳费。好，那这碳费如果让其他国家课征，不如在国内课征。但是我们比较希望从产业界听到的意见比较多，就希望这个碳费未来在征收之后，能够集中用在加速产业的低碳转型，协助产业进行低碳转型的相关工作，来降低产品的碳含量，实质的提高我们的产业竞争力。那针对碳管制机制的设计，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看法，我们是要避免碳泄漏的风险。举个例子来讲，我国的半导体等产业，它的生产效率是领先全球的。
那在台湾生产的碳排相对较低，那你在其他的国家生产，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它的排放量就不减反增。所以我们在定整个碳管制的工具的时候，也要妥善的规划设计。就是我们定的太高，其实对产业在国内发展反而不利。那这对全球的减碳是不是一个好的方向？这个是我们必须同时考量的一个面向。所以我们的碳管制政策工具要妥善的规划设计，才能够引导产业减碳的同时避免形成投资障碍，反而会造成全球的碳泄漏，对于减碳没有帮助。那对于整个气候变迁，我们要扩大因应的格局。首先第一，我们支持环保署提高整个治理的层级。那第二，我们也认为说调试跟减缓要并重，所以我们也支持有新的调试专章。那整个未来的发展方向上面就是面对全球的气候变迁跟元件的挑战，那我们认为说减碳已经是国际趋势。那我们除了积极配合温管法修法的期程，我们会提供适当的一些释法建议，我们也积极的推动能源跟产业的转型，希望透过排除转型过程所面对的制度跟经济上的障碍，能够来营造整个绿能市场的环境，加速产业减量技术应用以及再生能源的部件。那在调试的部分，进一步将会持续的提升水资源、能源供给及产业等领域的风险评估能力，同时透过执行调试措施来降低气候风险跟强化气候韧性，确保水资源以及能源等稳定供应，达成我国社会经济环境的永续发展目标。那接下来第二个部分是有关于我国要达成2050近零碳排目标的具体作为，以及 CBAM 对企业影响的评估跟因应策略。那首先是对于有关于我们如何达到2050近零碳排目标的具体策略啊，那以下就几个部分跟各位委员做报告。首先第一个，经济部主责的部门哦，在整个2050近零转型的规划策略里面，我们以部门别来跟各位一一做说明。首先其实最重要的是工业部门，那工业部门就是制造业部门啊。制造业部门目前的排放以钢铁、石化、水泥、电子这几个产业是我们的大宗。那未来会透过推动循环经济，导入低碳制程，例如我们现在讨论很多的，就钢铁业来讲，包括发展钢化联产，还有用氢来还原裂铁，还有电气化的做法，改用无碳燃料，就是生质能或碳氢的合成燃料，或是应用 CCUS 相关技术来提升能效等，还有以及提效能生等措施来达到净零目标，同时会扶植减碳的科技产业，来跟新创产业来创造绿色的成长动能。那在循环经济部分，钢铁、石化、水泥的生产占工业部门大概排放50%，所以这一个循环经济可以提升资源跟产品的使用效率，可以减少钢铁、石化、水泥原物料生产的碳排，同时我们会导入低碳的制程，也会协助产业改用无碳的电力与燃料，同时应用刚才提到的 CCUS 技术，就是碳捕捉利用跟封存的技术。啊，这一个例子，举个例子来讲，就是水泥有45%的排放是来自于将碳酸钙转变为水泥熟料的制程排放，那我们可以透过碳捕捉跟再利用的方式来进行减碳。那当然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第五个部分是要提升能源的效率。简单来讲，电子业是我们的产业的发展重点，那跟其他的制造业跟服务业一样，都是透过效率的提升，包括整个设备的汰旧换新，还有导入能源管理系统等等，来减少能源的使用。那商业的部门主要是要发展新的经济模式以及循环经济等等方法来减少碳排。那主要是因为商业部门主要的碳排来源是来自于节电，所以节电措施会是商业部门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它主要是透过数位科技能够发展共享跟循环经济以及新兴产业的商业模式来减碳。那同时在供热
的部分，它就是这种非电力使用，我们尽量把它低碳化，包含未来比方说我们的餐饮业所使用的燃料，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去取得碳中和的燃料、低碳的燃料，这会是未来努力的目标。那第三个部门是能源部门，能源部门大概有几个重要的工作，因为我们讨论很多。那政府在2016年以来这一段时间最大的工作，就是在提升再生能源的占比，这也跟全世界在讨论我们未来要达到2050净零，净零碳排一个最重要的政策工具。那我们未来会积极的发展再生能源，同时我们也会评估跟规划前瞻的技术发展。那这个部分主要是 IEA， 就是国际能源总署有指出，净零排放需要仰赖目前仍属于在开发中，就是原型或是示范阶段的概念技术。那针对目前发展中的或者是示范阶段的前瞻技术，是类似像地热、海洋能等等，进一步都跟国内的主要研究单位能够再携手合作，评估它的整个技术的发展潜力，也投入技术研发的一些相关工作。那我们希望这些还在发展中的技术，未来能够为我们的减碳带来重要的贡献。那除此之外，我们也会因应朝向低碳电力结构，提升整个电力系统的稳定性跟弹性。那接下来是有关于 C-Band 对于企业的影响评估跟因应措施哦。那 C-Band 的主要内容大概是今年七月提出来，就是在2030年，他们希望能够比1990年减碳55%，在七月14号提的。那这个碳边境调整的草案，它是要确保欧盟的产业竞争力，避免外移。那它预计在，关键是预计在2023年实施，开始实施，2026年全面生效。那它规划的是高耗能产业，主要的课征对象是几个，包括水泥、钢铁等等。那这它总共影响的，目前来讲影响的主要的高碳排产业是五个。第一个是水，它是水泥、肥料、钢铁、铝以及电力，所以它的管制品项到目前为止它是这五大类。那这五大类里面呢，对我国来讲，我们现在西边管制项目248个项目里面，我们虽然有212个项目有输欧，但它的金额只有245亿新台币。市长，抱歉，那个我们在一分钟。好，我最后把它讲完，很快。那它最主要的那个最主要的项目是钢铁，但这个仅占我们输欧的总金额的3.6%。那其实我们的钢铁产品的效率，就欧洲输欧产品来讲，我们的效率事实上是排名还不错，所以我们在短期内仍然有它的竞争力在。但是中长期的影响我们会密切的观察，因为毕竟这一个政策一推动，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关税的形式，它会渗透到各个产业，受影响的范围将会逐步的加大。所以我们会成立减碳工作的平台小组，协助产业评估规划推动减碳，那也会持续结合地方政府来推动产业的低碳转型。那同时会联合其他国家共同在 WTO 底下持续的关切跟发生，了解它整个发展的状况。总而言之，就是面对2050净零碳排的工作，进一步的态度是我们认为说这一个大的方向可能不会逆转。那我们怎么顺着这个发展的趋势，提供国内产业应有的协助，及在整个政策制题上将进一步的一些考虑跟环保署做充分的沟通，这是我们目前最主要工作。以上报告，谢谢。好，谢谢次长哦。好，下一位我们请交通部陈彦博次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今天应邀列席贵委员会就我国未达成2050年净零碳排目标之具体作为，以及欧盟宣布碳边境调整机制对企业影响评估及因应措施提出报告。那敬请各位委员指教。那现在以下仅就呢交通部办理的一个推动的情形，做以下的一个说明哦。第一个呢是这为了因应2050净零碳排的一个目标呢，交通部自2009年底呢配合行政院的成立了所谓的这个净零
排放路径专案工作小组以来，就积极配合办理各项的专案工作。那这在这个专案工作之下呢，有一个绿运输及运具电气化的一个工作圈。那这是由交通部及经济部共同来担任召集人召集机关。那交通部呢，则主责负责绿运输的近邻路径及目标。那因应这样的一个作为呢，交通部呢提出了运输部门三大的一个策略的一个方向，包括低碳车辆能够成为陆路运输的一个主流，然后能够建构人本的公共运输、步行及自行车的使用环境，及强化私人汽机车的使用管理，以及强化都市规划与推动绿色运输生活形态的两项的辅助策略。那交通部呢也自今年的四月开始呢展开了多次的会议，进行近邻排放的愿景与路径的社会沟通。其中包括了办理的绿运输，包含了公共运输啦、自行车及步行愿景的工作圈的讨论会。那交通部也在近期9月17号呢，邀请相关的专家、相关的部会、部署机关、地方政府与 NGO 的团体呢，办理绿运输工作圈的愿景及路径的说明会呢，就绿运输的路径蓝图进行沟通。譬如在2030年呢，市区全面电动化；2050年六都的公共运输的提升呢，希望能够提升到40%。那就2030年我们宣示的这个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的目标呢，目前呢是分了三期在推动，有所谓的先导期、推广期及普及期哦。那辅导县市政府与业者呢，能够推动市区公车电动化。其中从110年起呢，我们在了公共运输的提升计划里面，大概呢编列4年85亿来补助购买电动公车。后续呢会依照电动公车电动大客车的性能和续航力等技术与产业发展的进程，逐步推动国道公路客运以及一般公路客运的电动化。那至于公共运输的部分呢，我们公共运输升级提升计划在110年到113年呢，每年大概投入40亿元来辅导并补助公车客运业者强化公车经营的体质与提升公共运输的品质，进而培养民众使用公共运输的一个习惯。那第二个呢，就本次的议题就欧盟宣布碳边境调整机制，其对海运与空运运量的影响呢，尚待进一步评估呢。交通部将持续关注碳边境调整机制相关的资讯，并与海运、空运业者相关产业共同研议相关的应应的措施。那以上的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教，谢谢。好，谢谢次长。我们现在开始询答，做一下宣告。本会委员询答时间6+2分钟，列席委员4分钟，10:30截止发言登记。委员如有书面质询，请于散会前提出，逾期不受理。暂定10:30休息10分钟。原则上，我们11:30处理临时提案。质询时，请各位委员使用消毒过的无线麦克风发言。好，我们现在请登记第一位赖慧媛委员发言。谢谢主席哈，有请那个我们的那个署长，那个张子敬署长。好，请署长。我们的那个废弃物管理处副处长。好，我们请副处长。好，委员好。是，署长早安哈。署长，刚才针对的本席针对的就是你刚才的一个业务报告里头有特别提到，就是欧盟的各个国家在碳边境的一个调整的机制影响跟因应。那在这里头你说明了，就是说其实在跟国内的各界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哈，就是说我们应该尽速的实施这个碳的一个定价，那以及让其他的国家来课征的话，不如就是在国内，就是在国内收哈。那我在这里要请教署长哈，因为专家学者他们提供的一个建议哈，就是说他们希望把这个碳的定价定在100块。那目前你们有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数字？谢谢委员。要完整的哦，他们专家学者是讲说，如果你要完整的话，你就必须要把它定在就是100块钱。那你不晓署长，你们现在就是你的参考的一个这个数字是多少？
谢谢委员。我想刚刚有报告，就是有关碳费的征收，其实它详细的费率的这些都在执法订定的时候会再征询大家的意见。当然在这个阶段，其实大家已经很关心，也提出各种建议。对。那么我们在收碳费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它能够达到促进减碳的这个目的。没有错。所以不是说为了收钱，所以当然，所以到底这个费率要定多少？可能要看我们在整个署长目前这个碳价哈，碳价你应该有一个很具体，就是说好有一个参考的一个数值，而不会就是说是20块还是就是说150块，你总是会有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到目前呐一个参考的一个数值。当然，这个100块它应该是也有参考邻近国家的这个收费的哈，所以其实我们未来在讨论。日本的话是现在它的那个定价，碳定价是多少？4美金吧，哈，289块日元。好，289块日元，那换算那个台币的话，就是跟现在建议的这个其实差不了。太多，只是我讲的是我们未来定的时候会去考虑周边国家的这个。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参考日本的这个电价的话，那你这样子的一个回答，就是说你可能会是定在100块以下，会不会是这样子的一个定价？当然，这个都在讨论中间哈，这个我们现在对还没有定下来。好，谢谢署长哈。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那个温饱法哈。那温饱法通过已经6年了哈，那我们国家一直宣示就是说温室气体的一个减量哈，三期的一个指标了哈。那好，署长，这个第一期的这个温室气体的一个现阶段的一个指标管制的一个指标了哈，显然目前看起来哈，这个你的达成率哈不是非常的清楚，那你怎么样来沟通？就是说你怎么样来说明呢？是因为第一期你用2005年的一个那个较基准年，你要减少2%，那今年其实已经进入第二期了，那第二期你的目标要定在就是要减少10%，那这样子的话，第一期都到目前你都还提不出来，那怎么进入第二期呢？跟委员报告，我想在这个目标的定都是以基准年，就是2005年为基准哈。所以我们第一期、第二期的这个目标，就希望说我们2050当初要达到基准年减50%，那希望中间有几个点让我们去校正，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朝那方向去做。好，不要到最后才来算账，说到底达到没达到。所以第一期的目标，当然现在看起来，因为我们的这个碳排放系数没有达到我们期待的，所以看起来也许要达到目标会有一些些的困难，当然最后还没有算出来了哈。不过不影响第二期，因为第二期去年4月的时候，你到立法院来答询的时候，大家问你说你有没有信心的达标，你告诉大家就是说没有问题。那当然我们要把这个疫情哈受的影响哈就是纳进去，所以这个也是会影响，就是说你这个达标的一个目标了哈。那我们希望就是说赶快了哈，赶快。那针对的就是说我们的 CAP26 哈即将召开，那我想请教就是说政府准备好了没有？当然政府一定是准备好了。那你们在这一个会议里头，这个联合国气候变化的一个纲要的公约，其实是这个是全世界大家就是关心环境气候议题的一个。很多的人他们其实是关心的，我要知道就是说这一次你们提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议题。我想在这一次 COP26 它的活动是以追逐净零为主轴，所以我们也朝这个方向，也就是刚刚在跟委员会报告的，就是说我们希望把我们2050年净零排放能够入法。那当然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说，那光是宣示一个目标，那怎么样子去达到就所谓路径的这一部分，那大家更关心。那这部分我们是由能源减碳办公室，就是我们拱助委这边召集大家在做讨论，这个路径是非常重要的。好，那好，就是说2050年的那个净零的排放哈，那政府的配套迟迟都是推不出来哈。那推不出来的时候，其实也不能讲说推不出来了哈，就是说其实我们大家就是在跨部会一直在研议哈，各种就是不同的一个哈那个
路径跟一个指标了哈。只是我要强调，就是说政府的配套措施到底在哪里哈？在上个月那个九月份的时候，我们跟赖副总统哈，就是在台南有共同那个主持一个碳中和跟那个关键解方的一个哈启动的一个典礼。其实在这里头，副总统就特别的一个宣示哈，他认为就是说，如果要完整的，还有就是你要非常的有一个很具体的，那真的落实哈，这样子才会把这一个务实的去规划，那个就是踏实的去执行，才有办法就是说达到这一个哈转型的一个目标了哈。所以就是说，我也希望就是政府的配套要赶快推出来哈。那推出来的话，当然就是说要靠很多部门哈，很多部门的一个哈共同的努力。所以就是说，署长，这一个就是我刚才有请教你，私下请教你嘛哈。我一直在问说，那个环境资源部那个筹备的小组，这三年内哈一直都没有开会。那当然你跟我解释就是说，他又回到行政院来，可是行政院一直迟迟都没有提到哈那个立法院来，这个进度，拜托你要追出来哈，你要追出来。那还有一段就是说，本席来自一个农业大事哈，你知道。一年就农委会的一个就是讨论哈，就是一个报告里头，一年哈，光是农渔业的废弃物，一年就有500万吨哈。那环保署有没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对策？好，我简要的非常重要的，这个不是只有农委会的一个工作而已。是我简要报告一下，就是委员刚刚所提的这个2050的这个配套，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规划的这个路径。那么因为要从原来减半到净零排放，其实是很大的挑战，所以才会大家很努力。那么环资部的部分，因为我们上次组织规程也不禁抱怨，那么借其不去审，所以退回行政院，我们又把这个案子报到行政院，所以就没有再做讨论。赶快把这个进度追出来好不好哈？是。那针对的就是农渔业的废弃物，还有就是农地移温的被倾倒的这个废弃物，其实你光是刑法，光是罚款，甚至就是说土地的一个护延，环保署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对策？这个是我们关心的，因为这个整个环境一直都是在改变。那甚至就是说，我们觉得检讨的过程里头，就是破口就是在事业废弃物的一个流向的一个追踪。那现有的车辆，你加装了那个 GPS， 这个是在20年前我们看到了你的一些那个计划。可是显然，我们从你的一个预算书里头，我们看到了一个就是说 GPS 的一个扩大的一个列管。好，这个列管里头，你上有14289辆的那个车子，其实是还没有安装的。还没有安装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希望就是说，你在会后哈提出一个哈这个精进的一个改善作为，向本席来做说明，好不好？是，好，谢谢委员，谢谢主席，好，谢谢委员，好，谢谢赖委员。下一位我们请吴玉琴委员。谢谢主席，那我请张子敬署长，还有经济部的曾次长，还有我们交通部的陈次长。陈次长，好，委员好。哎，诸位好啊，我想今天我们谈这个净零碳排的问题哈，我想下一页啊，我想总统是非常清楚的宣示的哈，在我们今年的4月22号世界地球日的时候就有宣布啊，就是希望台湾能够跟世界同步啊，能够在2050年的净零碳排的上面，我们要作为台湾的一个目标啊。那这个过程中，我相信不会只有环保署的工作哈，还有经济部、交通部各个部会，可能刚刚你列出来的各部会都应该要动起来哈。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就今天特别有经济部跟交通部在哈，所以有些问题也想要请教经济部跟交通部哈。来下一页啊，那我想总统的宣示也非常清楚，我们是要动起来哈，不是只有这个说而已哈，我们要开始做。那这个部分是我们过去刚署长也特别在你的 PPT 里面有提到这个原来的一个温检法里面的减碳的目标哈，我们是2050年希望能够跟94年哈，也就是这个2005年减50%，然后也就是一年要大概要碳排的一个减量要到1亿5000多
的吨的一个二氧化碳，所以这个目标其实说真的还不容易哦。刚刚可能那个会员委员也在提醒哦，这个目标要每年可能这个110年减2%，然后2025年可能要减到10%哦，就是跟2005年这样比较，其实不容易啊、哦。那所以在这部分，我想问，就当然目前包括总统跟苏院长都宣示2050年的一个净零碳排的目标要入法哈、哦，所以未来我们的气候变迁因应法会把它入法。请问一下，您目前跟各部会的一个沟通，因为这个修法是在环保署，可是事实上要工作的是好几个部会，请问一下目前沟通的情况，以及大家是不是有共同的这个目标，是不是请署长先回答一下。好，谢谢委员。我想这个原来我们温管法2050减到2005的一半，那个时候是依照巴黎协定，其实是很进步的立法，但是因为现在大家觉得减2度 C 不够，要到 1.5 度 C， 所以就2050要净零排放。那么因为全世界朝这方向去走，所以我想总统院长宣誓也是我们不能落后，可是不是喊口号而已，而是要怎么样可以达得到。所以这个也就是说，为什么总统宣誓之后，我们行政部门花了很多时间去盘点这个路径怎么样子可以达到。那这当然像委员提的，我们说跨各部位，所以是由我们行政院的能源简单办公室来召集大家。那我们要把找出我们可以达到的路径，那我们才这个路法才有意义。所以这个部分已经不是你在主责，而是龚政委在就路径的部分，修法的部分是我们负责。是那这个统整的工作现在是由政委来协助的，是就龚政委，是更高的层次是由行政院这边有一个对，因为他是行政院的能源减碳办公室来负责。是，好，谢谢。那我就接下来请那个曾次长了，就能源的部分啦哈，因为这部分2025年的我们能源转型的目标非常的清楚啊，就是希望绿能哈、再生能源可以占20%，然后燃煤可以下降到30%啊，那个燃煤的部分，天然气的部分呢、啊、哈，可以到50%哈，这个核电的部分是零了哈，希望是这个部分的一个配比啊。那这样的一个配比里面呢，我看到我们可能接下来。我看到工研院的相关的报告也特别提到，如果2050年要净零碳排的话，可能这个再生能源要高达50%，然后燃煤、燃气可能燃气可能要到35%，然后燃煤可能要降到11%。这个部分您的看法怎么样？这个是工研院的相关的建议哈。对，跟委员报告就是现在。各个研究机构都在做这些相关的工作，就是包括您刚才提到的配比的工作。那简单来讲，未来的能源结构里面再生能源过半，这绝对是基本条件，是不只是未来目标，它一定会是全世界各国最主要的能源，是就是再生能源。因为 IEA 的估计是要到90%，要达到2050的话，但是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做得到，因为有些国家是以制造业 base， 像亚洲国家来讲，日本、韩国最近提出来的版本，大概都是60%上下之间。台湾自己算，我们也是制造业 base， 所以我们的再生能源的结构要一开始就是到2050要完全到90%，目前估计不见得做得到，但再生能源会成为全世界各个国家最主要的能源，这件事情绝对不会不好不会改变。那特别跟您再请教哈，因为刚刚您的报告里面有特别提到，国际能源总署也特别提到，对于前瞻技术的发展啊，特别是针对像地热啦、海洋能啦哈，那或是氢能啦哈，这一部分我们国内有没有在相关的一个技术的研发？因为我觉得过去我也关心地热的议题哦，可是好像没有相关更进步的一些做法，这个是不是刚刚您提到说再生能源一定是必要的一个能源哈？那这个部分我们台湾有没有可能？因为台湾是一个海岛哈，那所以冰岛啦、纽西兰都有地热，那我觉得台湾是有这个潜力的。您的看法？是，谢谢委员关心。那个有关如果是以集中在地热这一块的话，大概几个部分，我们发展再生能源最核心的事情是推广。就是如果国际上的技术已经有发展，我们会只要适合国内使用，我们就会拿来尽量用，然后做进口替代，就是国内可以去掌握它的生产能量，我们就掌握生产能量，我们就会将燃料进口
这个 GDP 的负向变成投资，变成 GDP 的正向，这个对经济发展是有帮助的。好，但是它要在地化，是技术要在地化，所以我们碳勘的技术要提升。最后有一个关键，就是地热，其实它真正的关键可能会在法规的调适，因为地热到底是什么在管？是温泉法，温泉法在管，还是地热专法在管？我其实最近没有地热专法，对，我最近其实是花比较多心思在处理是专法，是，就是它需不需要有专法，可能需要有相关法规配套了哈。是的，是好了解，法律是关键。接下来我请交通部的次长哈，我想这个部分是各国在禁售燃油的一个车子的时程表啊，挪威是2025年哈，那荷兰、印度、以色列是2030年啊，那英国、法国、西班牙是2040年。那福斯汽车也是预计是2030年要推出最后一款的燃油车了哈。那台湾过去其实也讨论过燃油车的一个禁止，包括燃油曾经喊过2035年禁止禁售这个燃油机车哈，2040年禁售这个燃油汽车这个目标，可是后来因为产业的这个顾虑，所以没有真正去定出这样的一个目标哈。那现在我们今年在讨论2050年要净零排放的时候，那请问交通部有没有具体的一些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政策的讨论？我跟委员报告有关这个运具的一个低碳化或者是电动化，对达成2050年净零排放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了哈。所以呢，对于各运具之间如何让它电动化，然后让它能够有一定的骑乘，能够配合这部分呢，我想我们交通部会跟经济部来共同来合作，看怎么样定度这个骑乘。但是刚才在我报告里头已经特别提到了，在2030年有关大客车电动化的这个骑乘，对，你都谈的是公共运输工具里面的电动化而已。那可是这个是整个，包括汽机车的这个禁止燃油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其实是一个更大层面的一个影响了哈。因为刚刚你谈的都是公共绿能的部分，我讲大家大概在政策的补助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可是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净零碳排的时候，其实汽机车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碳排的一个工具，然后或是来源，然后所以你们有没有在讨论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会跟经济部再共同来讨论，因为这还牵涉到整个刚才特别提到的产业跟进口的相关事宜，可能要一并来看。是，好，那我想我今天都先就这个部分请经济部、交通部还有环保署也真的是好好的在一起探讨，然后因为我想要2050年要所谓净零碳排的这样目标，它不会是单一部会的问题，所以整个可能各部会都要一起动起来。好，谢谢。好，谢谢吴怡群委员。下一位我们请洪生汉委员。请张署长、曾次长跟陈次长，好，我们请署长、次长。好，委员好。署长，今天我想先请曾次长，好不好？对，好。我们今天在谈论到这个2050的净零排放的问题，其实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一定是能源呐，哈。那我想次长可以看一下下一张。那这个是马英九前总统曾经说，说核电是主角，再生能源是丑角，所以他有个讲法，他说核电燃煤是主角，天然气是配角，再生能源是丑角。这个市长，你同意马前总统这个看法吗？那个要达到2050净零碳排 ，IEA 已经说了，再生能源未来在能源结构里面超的占比绝对是超过一半，所以再生能源才会是主角。好。那我说实话，因为我们其实这段时间还是看到有一些在野党或国民党，其实有一些相关的智库，其实当然还是我觉得有点还在贬义再生能源哈。那坦白说，我们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些言论，其实在台湾还在流窜，其实坦白说，这是让我们觉得很担心的事情。那下一张，
那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像 R100 这样子的一个国际的联盟出现了，已经大概已经 我认为已经定掉了啦齁，接下来对于企业减碳或者是能源的使用，最重要的一定是来再生能源。所以我记得其实小英总统在2015-2016当时在规划离岸风电、光电甚至是第二当时的时候，那时候我看到像国民党跟他们的智库学者觉得不可能齁，这是在做梦，再生能源不稳定哦，我们只能靠稳定的核电，当时很多很多这样的论调。但我必须说还好那个时候有坚持住哦，所以现在台积电才买得到离岸风电，才买得到绿电，才有这些重要的减碳的工具。那刚才市长说哦，在未来2050净零排放的议程里面，再生能源一定会扮演超过 50% 的角色，对不对？那我想问市长一个问题哦，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在野党执政的县市其实还是对再生能源很不友善，甚至还在释放很多错误的再生能源的观念跟讯息，这个部分进一步要怎么突破？跟委员报告，就是您提到，因为我们的再生能源有许多土地取得或者土地分区的管理或者农地管理等等相关问题，权责在地方。对，那这一个部分其实是这个样子，就是当然我们都还是积极的要跟首长们做沟通，这个是经济部还是要去说明的部分。但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如果说地方上其实是非常有意愿想要来设置再生能源，好做这样子的工作，目前我们在技术上我们是也协助我们地方的公务同仁在做进行审查的时候能够有比较明确的标准，所以我们做了一些联审，就是一些相关的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在程序上可能过去走得不顺的状况，我们透过中央跟地方公务同仁一起来做共同审查，共同克服问题的方法来加速推进。是啊，我因为我常在很多地方，这我们还是听到哦，就是说他们说，哎，再生能源发展这是民进党的政策啦，哦，跟我国民党没关系啦。其实我还是常听到这样的想法啦，哦，那当然，如果从今天从净零排放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一个错误的看法。所以我希望进一步可以接下来可以加强跟这些地方政府的沟通，好不好？好，那我现在接下来请张署长。所以我刚才其实你大概有报告，当然我知道我们在2017年之后已经过了这个 peak year 哦，但是整体来说，我们原本在2020前定的目标大概就是2015的减少2%。坦白说，这个目标也不高。我自己认为哈，过去我们这些相关的部会，坦白说有非常非常多可以在更积极的地方哈。所以其实我们从如果以去年来看，2%的目标应该是差了一些，我们还是没有真正的达到这2%的目标嘛，齁。那我觉得部会的积极度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也知道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来自于政策工具。下一张。好。我们在2015通过的温管法，当时这个通过的温管法，我想问张署长堪用吗？政策工具足够吗？事实上老师跟委员报告，因为确实是不足够的，因为当初只想到温室气体减量跟管理，所以它并没有很积极的一些工具。那时候我们在这个温管法里面主要放的政策工具就是碳交易与总量管制嘛。那现在为什么这个机制、这个政策工具为什么没办法使用？我想，因为这个也就是我们这些修法在检讨的，因为碳交易跟总量管制在我们国内有一个限制，就是因为我们国家比较小，所以我们的大量的排放是集中在少数的排放的这个企业里面，所以怎么样子让这个机制能够真正产生效用，是我们很考虑的，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说，也许我们要先从碳费来推。对，所以当时其实2015通过的温管法，它的政策工具不足够。坦白说，我们也很多 NGO 的朋友都很清楚，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来要求来修温管法，变气候变迁法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我想问署长，刚刚在讲到今年。11月的时候会有这个联合国的这个 COP26 的会议哦，那我自己也会一起去参与。那现在这个温管法修成气候变迁法的这个修法的期程，可以在 COP26 前预告吗？高委员报，其实我们这个像卢委员所说，我们很早也发现它的机制不工具不够，所以我们自己也启动开始征询大家的意见，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的阶段，就是还少数有一些可以在 COP26 11月COP26 前预告吗？我们希望在
这个月里面可以来，所以这个月可以预告，至少是这个月可以预告，让我们修法的进程往前跨一步，是这个事情是确定的。是好，那下面一个问题是，我知道2025年的第二阶段的管制目标，之前应该行政院已经有核定了，大概是 10%。那我们在2030的目标是 20%。我想问署长，关于2030的目标，应该要再进一步的提高吧？是，跟委员报告，我讲，2025或2030，其实原来就已经公告了哈，就是 10% 跟 20%。但是2050的我们也公告，虽然我们也提高到净零排放啊，对。对，现在就是因为2050的目标修正了，好，那所以2030的目标，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检讨，虽然这个挑战很大，所以我们现在在检讨说有没有机会。但是因为从 IEA 的这个资料来看，2030之前可能是要主要是利用既有的技术，是，所以我们要去盘整我们既有的技术还有没有空间可以更做得更好。我想知道环保所的态度，2030的目标，我们是不是应该朝向提高目标的角度来努力？这部分署长会做吗？是，我们现在大家是朝这方向来努力，提高目标的角度来努力，是不是？要看技术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到，不是？我知道你们还在评估，但是朝向提高目标的角度，是这样没错，对不对？好，最后我想问那个曾市长跟陈市长，因为刚才其实前面有几个委员提到运具电动化的部分，我想问一下哦，运具电动化的政策跟骑乘主责的部会是交通部还是经济部？我刚才有特别提到有关运具电动化，或者是其实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碳零净排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小组里面呢、啊，其实是市长不要紧张，我问这个运具电动化的政策跟骑乘主责是交通部还是经济部？目前我的了解还是会有一个主责啊，我知道你们会合作，但是会有一个主责，跟经济部在合作中。不，你我知道你们合作，但会有一个主责，这个主责是交通部还是经济部？目前了解在经济部在主导。现在运具电动化的政策的主责是经济部吗？整个来讲，因为刚才我特别提到这里头在交通部门是属于运具的使用啊，所以有关这个电动车辆或运具电动化的如何规划它使用这一部分，会在我们的这个绿运输的工作。陈市长，等一下好。运具电动化的政策很重要的部分是运输的规划。我们之所以之前包括像老车的这些议题，最后出现很多的反弹，我认为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交通部没有出来扮演一个完整的，包括配套、包括因应、包括公正转型的这个角色。市长，我大概整理出来，从欧洲到美国到亚洲、新加坡。各国的运具电动化跟骑乘的主责的部会，都是各国的运输部门。我没有看过哪一个国家运具电动化的政策的主责的单位是经济部门，是商业部门的，我没有看过。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列举给我看，都是运输部门，也只有运输部门才能承担起这个协助运具使用者好好过渡到下一个阶段系统性变革的这个工作。可是我坦白说，我很讶异，你竟然说这是经济部，这是这个市长，曾市长，运具电动化主责单位是哪一个？的委员，那个经济部会做一个，会把一些工作做好，比方说设备规格的一些订定啦，哈，还有怎么样子让它能够，因为它毕竟这个是国内很重要的产业，那我们既有的产业怎么样过度转型到电动车？这个我们知道这跟产业的部分有关系，这跟售车卖车的产业、电动车的产业有关系。可是，在运具电动化最重要的部分是规划的部分，是运输规划的部分。我从2017年跟交通部讨论到现在，交通部一直在逃避运具电动化这件事情的责任。我希望交通部应该回去重新再想一想，应该把运具电动化这个政策给扛起来。也只有交通部扛起来，我们才有办法可以系统性的变革跟真正的系统性的转型，包括我们在谈到公正转型，也就是有很多他可能是燃油车的用路人，他真的需要有交通部门来协助他、帮助他过渡这段时间。这是每个国家都是由运输部来做的。我非常非常难想象，我们如果是由经济部或商业部来做的话，
会是什么结果？是我委员会可不可以稍微再具体的说明清楚？刚才委员特别提到有关对于运具电动化有关运输规划的部分的规划，它如何使用？但是这个政策跟骑乘要有一个主责啊，政策跟骑乘要有主责。交通部一定会扛起责任，但是对于这个政策又有骑乘的规划，还是有一个主责。每个国家都是在运输部，不是经济部或不是商业部。这部分我们可以提供资料给委员参考。好，我们请交通部再提供完整的。资料给我再共同江部，请回去再检讨，看看别的国家怎么做，好不好？谢谢，我们会再跟委员讨论。好，谢谢洪胜汉委员。下一个，我们请张玉梅委员。啊，谢谢主席。有请环保署署长。好，请张署长。还有这个经济部。好，请曾次长。好，委员好。好，署长，全球各国啊，近年来呢，都在喊出2025年的这个净零排碳和碳中和的目标，但这个方面呢，署长，台湾是远远落后哦。本席之前也咨询过，在过去几年呢，蔡政府在喊这个减碳成绩呢，其实是惨不忍睹的。我们看2020年气候变迁绩效指标，我们等一下简称 CCPI 2020，你知道吗，署长？台湾的排名是第59名，全球倒数第三，全球倒数第三哦。好，刚刚我们还洋洋自得说我们在前面。那最近两年呢，在气候变迁的那个 CCPI 的指标呢，这个都是在倒数5名以内。好，提醒署长，那本席发现呢，蔡政府总是以 CCPI 的评比对台湾共不公平来狡辩，老是学生是说老师出题不公平啊。那就这个减碳最重要的，其实啊，我们在讲什么都是一样了，策略都是一样，立即行动。所以我们不看，我们来看看国外的评比或国内那么多环团，多年来都是不断的都在提出蔡政府啊。都说蔡政府呢只说不做，或者干脆不说不做，只是我们政府都是一直视若罔闻啊。好，今年蔡总统在元旦讲话，刚刚也好像委员提到元旦讲话说要找出最符合我们未来永续发展的气候治理的途径，但是到现在还是没有显著作为，对不对？署长你应该是知道的。那我们欧盟2019年宣布欧洲绿色政纲，提出2050年要达到排碳增减相抵的碳中和的这个目标，才能在本世纪这个末之前呢，把全球的温度呢控制在1.5度内。那快到的2023年呢，更祭出在边境课征碳关税这个手段，来落实产品供应链的减碳行动，美国都朝这个方向去做了。我要请教署长，目前环保署所设定的碳中和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具体的方案又在哪里？那再强调的是，台湾要让世界看得到的政党，与国际接轨的减少碳排放机制是什么呢？署长，请你具体说明。好，谢谢委员。我想在委员所提到的有关国际这个相关团体的这些评比哈，我想我们都尊重哈，但是每个尊重要改进啊。每个团体他所评比的项目指标不同哈，我想我们减碳到底有没有在做？从我们今天的简报的第3页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我们的碳的成长是已经趋缓，那相关这些国家还在成长的，它的评比可能都比我们还好。好，所以其实也有的评比，像耶鲁大学跟哥伦比亚大学的2年1次的这个 EPI 的评比，那我们就在亚洲排名第2，所以也有很好的表现。所以我想这个评比只是我们自己要自我鞭策努力的哈，我想这都是我们应该参考的。那委员所提到说所谓碳中和，也就是我想应该是所谓我们的要2050要达到净零排放，那这个我们我想在刚刚报告已经提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是政策上面是
朝这方向，我们也开始着手在修法。嗯，那怎么去达到？我想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这也就是刚刚大家在提的说，那我们的这个所谓净零排放的这个路径怎么走，用什么方法可以达到？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刚刚有报告，我们的那个减碳办公室已经整合各部会，那么大家在这讨论，那么怎么样子？那么依照国际上面的这些技术趋势，那我们可以达到，而不是只是讲一个目标，怎么达到不知道。对，知道的是如何达到，不是讲一个策略而已，对，要战术啊，知道。所以署长，我了解了。所以我们不，你的意思说你不是纸上谈兵而已了哈，你有进度了。是。那我们政府对国际2020年碳中和目标，其实态度我看起来还是保守。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业界，我是业界出身。那我有时候会去这个业界台积电、台达电啊、友达等等。那台达电的郑董事长，年轻董事长是我朋友。那我们就去他的公司参访。然后呢，参访的时候我感觉到，他们真的是非常绿能，非常的这个重视减碳。我们去啊，我们跟董事长在一起开会，他呢，结果我们就供应水而已，但所有的杯子都要自己带去。他不是节省这个钱，你都要带自己的杯子，不能用纸杯。水他是供应的 ，OK。所以呢，企业里面这些。就像台达电、台积电、友达这八家科技巨头，都在6月的宣布的时候，都宣布了台湾气候联盟。还有另外呢，微软啊、Nike 品牌都纷纷自主倡议碳中和，就是说企业都主动做起来。那台积电、鸿海呢，也在品牌供应链压力之下哦，你听好哦，现在全世界都这样要求，所以有的是同侪的压力之下，自主的跟进。这个碳中和承诺了，所以呢，这个署长怎么和企业界配合？怎么让这个经济部跟各部会，环保署、经济部各部会合作，提供企业产业的资源，而不是让企业界、产业界孤军奋斗？我想，整个所谓要净零排放，是大家全国大家一起来努力的。那我们这些大的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主动来做，其实一定是为我们减碳一个很大的助力。就是在政府部门，我们其实怎么样子帮这些企业去达到他所谓碳中和或净零排放？其实那个不是只有他自己努力就可以。对，不是企业，一定要政府。经济部在做很多的绿能的发展，其实就是要帮助他们达到净零排放。这是政府的目的啊。对啊。所以政府并没有让企业孤军奋战。我意思说，更加的去关心，更加的参与了，好不好？我想积极一点。好，最后呢，我要问，刚刚洪生委员说我们在野党什么鄙视再生能源，怎么会呢？再生能源这么重要，我们来看，我们再生能源呢？我们能源转型目标2025，再生能源发电呢是要占20%，对不对？我请问你，我们蔡政府现在再生能源占多少？你给我回答。那跟委员报告，本来要20的，对不对？目标。我们比较重要，应该看成长的趋势。好，您可以说对。我问 A 你就回答 A， 不要 A 回答 B。那因为再生能源现在大概 base 很大的是水力发电，那其实水力发电是有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就统计数字来讲。不过那个跟水力有关，可是我们的风力也是啊。太阳光电在太阳啊，在可以再生的。2016年到现在，大概成长了它的整个装发电量，大概成长了七倍左右哈。那我想说这个好了，我来跟你讲了哈，我来讲。水力是看天哈，所以这个每个计算那全世界在看天，不是只有你。我来跟你讲，我们蔡政府2050年的绿能要达到20%，但蔡政府执政了5年，现在就5%啊，对不对？而且现在还要靠80%来电力跟水力，电力跟火力来发电是非常不环保的，非常。非常碳也有燃煤和燃气的。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邻居大陆好了，邻居大陆，你知道吗？再生能源连美国都说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说，美国目前落后于中国大陆再生能源，他们的再生能源已经占到21%，已经达到了。我们说我们将达到，现在就5%，人家是21%。even 他们达到20%，可是迎接来现在的煤气涨3倍，天然气涨了5倍，所以
他们再生的这个能源还是不够来支应这些一直需要的能源，对吗？所以产生缺电、这些停电等等，殃及了很多的台商。我这边要建议我们政府啦，经济部这个环保署，我建议我们政府，我们的再生能源都输人家这么多了，我们这方面是要积极的去找这个再生能源的来源，让我们碳的排放更低，这就今天我们开会的目的嘛。所以政府是要积极去检讨，去找方向去改进才对，市长说对吗？我还是跟委员报告，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再生能源有一大块是水利，各个国家水利的真的是有它天赋条件的差异啦，哈，这一点要先跟您报告。全世界也有水利、风力，都有啊，一样。包括像风力或太阳光电，台湾现在积极在推动的政策，我们的太阳更强烈哦，是啊。那我最后再问，经济部，如果是这样子，那个燃煤、天然气这个，它上涨了。当然用它越少越好，可是我们再生能源又不够，那这样子我们的电费会上涨吗？你不要看大陆啊，龟笑鳖没尾巴，它现在限电咯，如果我们的天然气也涨了五倍啊，还有什么煤也涨了三倍，我们的电费呢，我们也会停电吗？那个委员，我们十月份，因为我们九月份刚开完电力审议委员会，我们十月份，就是今年十月到明年三月三十一号的电费是不调整的。啊，暂时不调整，但是这也是暂时嘛。但是结构上看全世界的状况，我们还是要因应的全世界发展的状况来做调整。好，比方说我们先不讲中国，韩国的状况，他们其实也是很高度的在看，整个社会高度在讨论这个议题。我想全世界都在关心这个议题，减碳还有能源的问题，所以呢，有环保署，有经济部，我希望你们呢都向国际去学习，然后呢给我们最好的这个政治策略，好不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张委员。下一位我们请陈玉珍委员。好，请曾次长、环保署张署长，还有交通部陈次长。好，委员好。这样子哈，这个金门低碳岛计划哈，是这个102年哈，5月20号行政院核定的哈。金门是我们行政院所核定的低碳示范岛，好，这个。永续低碳永续发展哦，第一期的执行是到107年，第二期是108年到110年哈。减碳目标是比104年减量4.5%。那在执行上面，你用两点嘛，第一个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还有电动运具的推广哈，是没问题的哈。来，那我们来讲这两点哦，再生能源利用这个能源开发利用部分哦，今年哈上个月。9月25日，基本县政府低碳家园推动小组有开一次会议哦，第三次会议要推动我们这个中央驻金单位屋顶设置太阳能光电。那台电哈，经济部这边，台电金门区处说，经济部能源局有关县府所会诊这些驻金单位周边馈线情形，该项工作由中央负责。现在能源局环保署尚未对后续推动方式进行讨论及达成共识，为什么，署长？我想跟委员报告，我们在整个金门低碳岛的推动是有一个小组，那小组包括金门县政府跟中央各部会，所以其实原来最开始在推屋顶这个太阳能光电的时候，其实也都有这样的机制协调，所以它有关的这些馈线等等，那台电都尽量的帮他去做处理。然后为什么县政府到今年的9月20号还在说这个中央驻金单位这些屋顶啊，到现在都还没有达成这个？还没有达成共识呢，这也是重要的问题啊。因为疫情没有去新闻线看，我想这个可能什么时候可以确认呢？什么时候可以达成共识？中央这个，我想现在疫情比较松了，我们尽快的来处理这个事情。哪些地方？你不要看这个图，哪些地方中央驻金单位哪些地方可以做这些事情？没有，我想金门他的做法，他包括之前就是他把所有公部门的屋顶都盘过，是不是？那我们中央驻金单位有多少单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署长，现在有28个屋顶。目前我看到资料是有28个屋顶是有机会来推动的。那什么时候决定开会来决定达成共识？已经推动蛮久了。最近可以开会。
哦，我想我们最近可以再来开这个会，因为当初疫情的关系，其实交通也有一些限制，所以我们现在会尽快的来尽快哈。好，那接着那个台电这个部分，那如果已经确认可以用的话，是不是能并入金门的这个电网啊？台电经济部来回答一下。好，那个谢谢委员哦。我觉得那个电网的部分我们会尽快来评估，但是一个如果一般是像建筑物屋顶的话，应该电网问题不会太大。我们请台电赶快把这个事情评估出来。我们这个月一定要把它评出来，好不好？这个月哈，这个月内帮我们提出来哈。好，那接着我们来提这个电动运具推广的部分哈。这个我们109年的这个我们金门的低碳永续家园的这个计划的报告中有提到哈，这个交通部有相关的哈。刚那个我看别的委员在问这个主责单位，就是补助我们金门县政府购买这个电动公车的这个部分哦。那这个预算的部分，交通部现在这个部分预算是由哪一个部会来补助啊？有关那个电动公车的部分，在交通部在补助。在交通部哈，好。对，是。那据说你们只愿意补助我们1000万是吗？我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1000万是属于电动大客车现在所谓示范型的一个计划，是也是额度是相当高的一个计划。那你知道金门环保署啊？你知道金门要把它做低碳示范岛对吧？一台电动车要多少钱呢？我们的了解大概1000多万上下，1500多万。那为什么只补助1000万？那如果金额不足怎么做呢？那他就只能买2台是吗？没有跟委员报告，因为他补助，我们也是补助的金额，其实也看过往的这个的例子，然后现在过往的什么例子？过往电动车购买的这个价格，然后再我们查过再接下来一般过往都是买1500万，那你们只愿意补助我1000万？我跟委员报告，大概金额没有那么高了，那是多少钱呢？对，我是就是刚才我讲的1000万的上下是。所以你的意思说你们我们不管金额，你们的比例是可以全额补助就对了是吗？我们的补助就是。最高就是到1000万，最高到1000万是，而且还包含后续的营运费用也都在里面了。所以对整个现在来讲，所谓示范型的计划是对于县市政府或者是公车业示范型的计划，如果你金额给的不足的话，他也没有办法往前推动啊。所谓要达到示范型的一个效果，就是它的金额有一定的这个你看我们金门县政府上院，你看我们金门县政府，你看我们金门县政府找出来的建议出来的价格过高哈，你们所提的补助。只有占我们的占这个85%，还列入评估，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推动低碳示范岛这一部分。所以环保署怎么说？交通部是没钱是吧？我跟委员报告一下，或许我们原来预计要购买2台，后来没办法，剩下的19台都没有办法买。我们会再跟县政府来讨来了解一下，讨论什么？叫我们自己出钱了？我不是看他到底是遇到什么困难，因为在我们的了解之中，现在示范型的计划，它有一定的一个诱因，在鼓励不管是地方政府或者是公车业者来投入电动。那我们那也没有所谓公车，我们那就是金门县政府，这是公车处也是金门县的，是也是县政府的。那我想我们来跟他再来了解一下，如果因为我们有觉得他有一定的诱因呐、啊，是。不是就是预算不足嘛，环保署。这个预算不足，没有办法顺利推动这个刚刚你说的2项发展的其中一项，叫推展电动的这个运具嘛？那这样是不是对我们金门要推行这个低碳示范岛是一种倒退啊？我想跟委员报告，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来完成金门低碳岛的计划，所以但是钱不够又不愿意给。不是，所以我想金门提的，如果他有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们在那小组里面都会讨论，因为他们也都副县长会来出席，是、哦、所以有关委员提到的这些问题，我想我们最近来开会，我们针对这些问题找出解决的方法。解决的方法就是这样子嘛，钱不够，就是交通部如果没有钱，环保署这边这个低碳岛的计划应该可以协助吧？对，就是我们有没有问题？我们就各部会在一起讨论，我们找出解决的方法嘛。现在的问题刚刚就说了，钱不够嘛。1000万不够嘛？可能不知道多少，可能1500、1600。那不足的部分是不是请我们这个？这我们会跟县政府来讨论。不是讨论，现在就是钱不够来讨论什么？就是钱不够，你给不给啊？不是，因为我们跟他讨论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有空屋基金嘛，所以县政府也有空屋基金，我们讨论怎么去处理这个缺口嘛。嘿，好，那总是事情如果要做，该做的。跟你们提醒一件事情哦，不要什么事情都叫我们金门县政府自己出钱了、啊，这个很重要。我们的钱也是非常的辛苦。不会啦，我们补助他很多了，嘿。好，谢谢。下一题来，这个另外那个电动机车也是一样哈，也是一样说这个明年开始是确定燃油机车是取消补助了吗？是在我们现在的规划方向是这样。OK， 好，谢谢。那个
接着哦，本席给你们两点建议哦，就是也是我们这个低碳小组这个工作小组讨论出来的哦，就是请多补助我们地方社区哦，这个气候变迁的教育培训还有宣传的工作哦。然后第二点，交通部请你听到哦，就是辅导金门的观光处这个观光旅游部分，尽量鼓励设计低碳旅游行程，这个部分应该也可以做个计划来协助我们。是，没问题，没有问题哦。好，是，这样好，谢谢各位。好，谢谢委员。好，谢谢陈玉珍委员。好，等一下我们在廖国栋委员发言完后休息十分钟。那我们现在请苏巧慧委员。好，谢谢主席。我们请环保署张署长，还有经济部次长曾文生曾次长。好，请陈次长。你有请交通部吗？没有，我没有请交通部。好，委员好。好，署长好，次长好。我想今天呢，我们在讨论这个净零碳排，还有气候变迁因应法这样子的一个题目，能够加入了经济部和交通部，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所以谢谢主席这样安排。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题目呢，其实是非常非常跨部会，甚至是财政部啊、交通部啊、农委会啊、交通部现在教育部等等，其实都应该要共同来因应协商。那据本席了解呢，其实现在国发会呢是主责这个跨部会的小组在规划净零碳排的蓝图，所以我在这里其实也建议主席，其实下一次如果我们在讨论这一题，连国发会都应该要一起来，我觉得这样其实是会更好。那再来哦，既然是今天我们已经讨论到我是第六个发言的，刚刚听到这个几位首长在这边答复的时候，其实第一点，今天就这个气候变迁，不管它的名称未来是因应调适或者种种这样的一个法则，这个气候变迁法，那刚刚已经有几点结论，我听起来是这样，所以我想请张署长在这边再做一个肯定。第一点听起来是2050确定入法，就是8月30号苏院长有宣示，所以未来草案应该也会入法，没错吧？是。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大家关心的就是，那种种的争议等等一直在讨论当中，但这一部草案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正式的预告提出，让社会各界有一个稳定的状况，再继续进一步讨论？您刚刚有正式的宣布是在本月底10月底之前，你可以提出草案的预告，以便因应我们下个月去参加 COP26， 对吗？是这样。我想我们会在这个月提出来，但是不是为了因应去参加 COP26 了哈，就是我们是。千呼万唤始出来，但是终于确定了。您刚刚已经在这里会议台上答应了吗？最后的意见的整理。好，是在这个月哈。那我相信大家会很高兴听到这两点。那署长，我关于立法的部分到这边，所以您可以先回座。接下来我都要问政策的部分，请经济部次长。次长，关于净零碳排这个部分呢，除了立法的部分，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各项政策。那您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净零碳排这个政策一推出以后，对很多行业会有影响。你举例最重要的是四大项嘛？是哪四大项？钢铁、石化、钢铁、石化、水泥还有电子。那你认为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影响的产值真的对国内到底是现在大家所有的这个杂志啊、媒体啊都在讲这个，对国内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我应该这样子说，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如果已经具体提出，目前是欧盟而已嘛，就是欧盟西边，其实对我们来讲，目前影响最大的只有钢铁业，因为我们其他三个都没有，因为电子业，台湾的电子业竞争力非常好，而且我们的半导体的生产效率是全世界最好的，所以其他人要，所以我们是电子业，其实是世界的模范生嘛。我要跟委员报告一件事，就是说它现在变成税，就是每个人在同样的条件下竞争，就只要我们的产品相对来讲比较有竞争力，我们就不必担心，不是说有课税对我们就不利，因为别人同样要课，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跟别人的相对位置。好，我们竞争的相对位置。所以，次长，你这样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虽然全世界都关注，甚至欧盟已经提出方向，就在2023要实施了，但短期间内台湾还可以保持领先的地位。可是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想这是一个假设，因为目前只有欧盟提出。那我们看到这个绿色和平提出的报告是说，如果台湾不提出，我们自己没有这样的政策，而不只是欧盟，包括美国、英国、日本，甚至韩国都加入这样的机制的话，那其实就不是只有钢铁这个部分哦，其实影响的会是非常非常大的产值。这也是今天为什么我们这么积极在面对的原因嘛。
好，那除了这四大行业，您刚刚说近50%是在这四个行业，我其实更想问的是，那对其他的各行各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这个近零碳排到底有没有影响？我们其他人要不要也因应注意啊？比如说我的选区有很多是小型的零件加工厂啊，那比如说更多的其实是服务业啊，比如说餐厅就好了，餐厅一间餐厅跟近零碳排到底有没有关联性啊？市长怎么说？跟委员报告，您提到其实是接下来工作上一个重要的重点啊。是。我觉得大的企业其实对于这整个减碳的工作其实投入很深，对啊，都研究很多，对，那他们也有能力啊，也只有他们有能力面对啊，因为我们其实过去一段时间跟企业跟制造业企业界大概座谈超过20场了，是，我们都陆陆续续知道他们各自的因应策略，这是大的企业，中大型企业，对，上市公司其实都做了，好，那所以中小型中小型企业大概有几个部分哦，不过这个也感谢那个环保署，其实在跟业界座谈以后，其实他们有一些，就我们怎么样先把大的抓起来，就是碳排量高的先抓起来，先做，请他们先，就是由他们先来开始动手。那小的部分有两个部分，第一是我可能委员都有看到，比方说台湾的电子业已经要求它的供应链，对，要加入我们这里选区的就是都是这样，它是整条供应链被要求嘛，所以我必须做到才能继续维持在供应链上啊。所以大带小，关键的产业带它的供应商，这个会是一个重点。这个是工总，就上个礼拜五工总的会议里面也提到了他们的方向要这样做，所以经济部也会来支持，这是第一件。支持哪个部分？支持大带 小，所以你支持大还是支持小？这是我今天的问题。大不用，大他们会做，小我们要去协助，他们要带小，我们要协助他去带小的。我要协助大带小这件事，所以原则上是协助比较小型、中小型企业，这是一。二，我们从经济部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接下来要开始做碳盘查等等一些工作，让中小型企业先知道碳排要怎么查，是他自己整个公司的碳排有哪些部分要有哪些成本，怎么样因应现在接下来能源使用或各种使用的选择、技术使用的选择，去选择最好的去选出最好的选择。好，这是我们现在要努力的工作。这是现在要努力的，所以一直是有做还是还没做？我们现在正在规划，还没有嘛，对不对？对。所以接下来你的下一步就知道，因为刚刚市长，我听到您这样讲的话，第一，其实你的观念非常正确，这也是我们今天要问的，也就是中小企业在面对这一个题目的时候，他有没有知识量能，有没有被协助去理解，甚至去做到这个政策嘛？这是我们关心的主题。然后我们来检视你经济部现在做到哪里。你刚刚说从大的开始抓，这样可以直接减少碳排，那是从政府的角度直接达到世界标准。可是如果我从中小企业的角度，就是那我受到了多少协助，我让这个既然经济部有说要开始做了，我觉得这样很好，不过我让你看看日本和韩国现在已经做了什么。比如说日本的部分啊，他们直接在环境省的部分就是直接提供了非常清楚的文件资讯，就如同刚刚市长你说的，怎么计算碳足迹，怎么计算这个供应链等等，这些方式方法，甚至是鼓励新的产业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我认为经济部你不但应该要告诉小的厂商这样做，而且要鼓励协助做这一件事情的厂商，因为这是一个标准的新产业啊，这不是我们一直在推动的因应环境因应气候而生的新产业，不只是气候变迁，不只是环保议题，它是经济问题，可以带动新产业，就是这样子嘛。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认为应该可以效法日本的，甚至更积极来讲，我觉得韩国也可以啊，因为他们是把低碳与绿色成长的这个法律直接立法。部长，次长，你这边有没有考虑，干脆我们的绿色经济也来立专法，或者在这一次的修法当中可以放进去？跟委员报告这一题，现在我们先，因为现在环保署修的那个法等于是母法最核心的，我们这个过以后，相对的配套政策，因为有些东西我们大概用政策也可能可以执行，但如果要立法，我觉得我们评估需要透过法律来解决。但是这是最积极的方法啊，所以我认为这个也可以在思考之内。其实刚刚次长你这边哦提到了台湾是世界碳排的，算是不敢说模范生啊，但是是优等生啊，所以我一直觉得其实我们可以用更积极的角度啊，我们可以争取到第一名、第二名，反正现在国际都看到我们是最强最好的，何不趁现在一举巩固，用最积极的态度占领我们这个第一名的方式，这样不是最好的吗？
跟委员报告，我觉得2050时间很长哦。我有做了一个例子，我说这是一场自由车公路赛，它其实配速非常重要。那我们其实在这个竞赛里面，自由车的公路赛最重要，要拿到最后能够抵达终点，又能够拿到好成绩，其实一个很重要是看看我们左右邻居的速度。就我们如果都在最前面那一群，因为台湾只占 0.56% 的碳排，全世界我们做得很努力，但是贡献不见得是最大，反映出来的效果就是 0.56%。 我们愿意在领先群，这个是我们跑不掉的工作。我们是外贸导向的国家，我们要做这件事，我们一定要在这个自由车的竞赛里面在领先群。但我也希望说我们也可以跟其他的国家好好合作，就是取得一个比较适当的位置来往前。最后我觉得我们要往前冲的时间，我们做好多一点准备往前冲，可能会是的。我听懂你的意思啊，就是我们是一场自行车竞赛，我们一定要在领先群，但是台湾还没有能量去做那个破风手啦。所以我们政府，那这样的话身为委员，我就是要要求政府一定一定务必要让台湾是保持在领先群当中。这市长，这就是你的责任啊。好，今天谢谢市长回答，我们继续追踪。谢谢。好，谢谢苏委员。下一位我们请廖国栋委员。好，谢谢主席，我们请环保署。好，我们请张署长。好，委员好。那个署长好，首先我想啊，名不正言不顺的，所以这个名称非常的重要。我看到你们这里写着我国达成2050净零碳排，是真的要完全没有碳排的意思吗？我想跟委员讲报告，就是说所谓净零碳排，就是说不是都不排碳啊，而是说它 net 是零，就是说它有一些所谓碳汇，它会被吸收的那一部分，所以我们也许到最后会有一小部分非排不可的量，但这部分如果我们能够从碳汇把这碳吸收，它就是净零排碳。OK， 那个是在经济上的用语了哈。如果我们从环境来看的话，台湾的这个我们的环境啊，不管是海、山林呐、啊，这个都是跟碳排有非常大的一个关联。是，你觉得我们台湾的森林？我们的森林，我们是不是变成我们足够的一个我们的成本来跟全球说，我们台湾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我想这个它跟产业之间的这个对相对应，相对应的，对，因为其实这个碳汇它在国际上也有它一定的计算的方式。对啊，那当然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森林啊这些很好，所以它会造成碳汇的一部分的贡献。我们今天几乎都在谈产业怎么样去调整，怎么样应的哈。但是我很想从环境的这个部分来跟你聊一聊，因为整个台湾地区的森林呢，几乎都是原住民地区、原住民的传统领域了，所以当我们在管理的时候，除了管理以外，我们是不是有更多的鼓励性的方式？比如说，如果这个森林呢，能够好好的维护，让原住民好好的保护它，那个就是我们有利的成本嘛。你们在政策上有没有这方面的思考啊？是，我想这一部分。这部分在我们整个的讨论里面，也有一部分是在负责这一部分的，就是包括负碳技术。这个词变成枝节末尾，听到他的口气。没有，就是在我要为主，要以为这个为主才对。跟委员报告，就是在我们简报里面，我们的那个所谓净零排放路径评估的这个小组里面，就有一个工作圈是负碳技术，里面就有农委会的有关这些碳汇的这些的发展。所以你们应该也要把。现在原民会没有什么专业的，但是总是要让他们知道整个国家的政策到底是要怎么样，让原住民有参与感，而且有成就感。因为那整个山林地区都是原住民 在居住嘛，是，甚至在帮林务局在管理嘛，是。所以你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好不好？是，这个我们会跟农委会来合作。那今天我们在谈产业的时候，最重要的现在的碳排就是能源，但是能源我们又不能没有。所以这个零和之间呢、啊，我不晓得你们到底要怎么样去让产业转型成功啊、哦，能够把这个碳排能够减量到我们可以承受，甚至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出口，将来我们的这个物价啊、哦、都能够平衡。
是，我想这个就是要从各方面来努力的哈。那么一个当然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主要的能源，都是从石化燃料来的，所以我们刚刚经济部也报告了，他很努力在有关再生能源减少这个碳的所谓这个排碳哈，就是我们能源的这个排碳去减少。那么运输的部分就减少这些运输车辆的排碳。那么产业的部分，它本身一个除了说从能源尽量供给它干净的能源，降低它的排碳，那再来就是说它自己可能可以去从它所谓提升能源的效率去努力，好，那双方面共同努力，它就可以降低它所排的碳。好，那如果我们从我们现在在这个环境的，我就不讲了，我们从产业这个部分来看呢，能源是最大宗的一个碳排。我最近注意到，经济部部长有来吗？那个市长。我最近有注意到，我们市长，为什么带拐杖？走路去治疗。OK， 好好，祝你早日康复啊！谢谢。好，现在要讲的是说，我们最近在这个我们的能源的产业这个部分注意到哈，注意到海上的风力发电，备受批判了，现在备受批评，甚至有人说根本就没有成功。没有达到你们当初设立的时候的目标，产业那个发展发电的目标根本就没有达到，是吗？跟委员报告，其实不是这个样子，不是吗？其实陆陆续第一个就是台湾，其实它整个新建成长的速度，在全世界在2025之前，都是速度最快的，就是成长速度。但是这一两年当然有受到去年开始有受到一些疫情的影响，就全世界大概都受到影响，整个进度大概落后了35%，这是全世界的风电协会估计出来的数字。那台湾当然也在这个影响受影响的范围内，但我们大概预计今年是2021，明年2022，会有第一波的，就是第一个波段的大概会赶上进度。那2025，第二个波段的也会如期来做并网的工作。会跟上进度吗？会，我们都像我是每个礼拜都在追进度，我比较知道说他大概哪里发生了一些状况。那像主要像海事的船员等等都有入出境的问题，这个我们都要加强来做管，都要加强来做一些协助的工作。但是我们在外面所听到的信息是没有像你那么乐观呐、啊。哈哈，对，因为现在那个水力发不风力发电呢，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哈。它的成本呢非常的高，对台湾来讲非常的高，但是相对它发出的电到目前呢还是杯水车薪嘛。那个跟委员报告，因为它其实现在刚刚起步啦，刚起步。对对对，这个我想说，这个要跟委员报告，因为其他国家走了十几年，我们其实2018年底才开始陆续签行政契约， yeah. 然后1920，好，那其实比较大量的。2019年其实是示范风场落成，那今年台电的风场也已经落成并联，那接下来商业的风场2021要并网的会受到一些延迟，2022会陆续并网。OK， 如果你还很有自信啊，看起来哈、哦，跟委员报告就是我如果有需要，我想说。供应的能源供应，你们很有自信呢、啊？对，是应该要这样说哈，就是再生能源发电其实是刚才我已经跟委员报告，就是国际能源总署的估计哈，他们的估计出来是估计到将近90%，未来的整个能源结构里面90%是再生能源。Okay, 我们希望它。但亚洲国家我们也去看了，不管是日本或韩国没有那么高啊，跟我们是制造业 base 有关，制造业 base 就会比较没有办法这么高度的仰赖再生能源。不过以台湾的状况，我们还是再生能源绝对在未来2050的时候，我们希望看到是一个正面哈，而且正向的。你还不要离开。第二个呢，那个署长，在亚洲，我们的每一吨呢、啊，碳排放收取，新加坡是3.7嘛，哈，日本2.6，中国还7.5嘞，啊，台湾呢？各位报告，我刚刚也已经有说明，就是说有关我们收的这个费率，会在下一个阶段立法通过之后的执法定的时候再来做。那你目前呢，有没有一些大概的一个数据？没有，这个还当然评估都有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去讨论确定，因为这个还要看当时的情况跟亚洲相邻国家彼此的这些配套。那主要的我们的收费主要就是怎么样能够真正达到促进减碳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会去做这一方面的讨论。是啊，我们现在
现在说这个欧洲这个碳交不，他们这个关税哈，是边境管理，2023马上就到了，现在2021呢，我们就对他2023到2025是让他们去做申报，他没有开始收钱，所以我们比较急的应该是要把我们国内有关我们自己的产品的碳的盘查这些东西建立起来，那透过谈判让他承认我们的东西，那这样子未来我们申报的他接受，再下来才是到2026的所谓他开始要收钱或者说开始管制的时候怎么去因应。是啊 ，OK， 那个次长是现在啊，因为能源是最大宗嘛，哈，是。那你们有没有规划火力发电厂要全面退位？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亚洲国家的火力发电到2050都会有一些2050对都会有配套的碳捕捉技术应用来做，到目前的规划都还有碳捕捉那个技术还在发展当中。因为那个 IEA 的估计是这样，到2030之前，好，大概30%。我只问比较现实的部分呐、啊，那个是新的技术都要在这一段。是啊，我问的是很现实的部分，火力发电厂会退位吗？会减少。什么时候会退？一定会减少，会开始逐步的做下降。那水泥业呢？水泥业怎么办？水泥业的部分其实跟它的整个制程调整有很大的关系，就是现在我们知道台湾的水泥业在二氧，它把二氧化碳导回去增加它的水泥的强度，它是制程改善，也算是碳捕捉的一种，因为它烟道里面的二氧化碳浓度高，它其实比较好应用，所以其实有新技术，我觉得很快会跟社会做说明，因为你是万一是这样的部分。万一这个水泥加一条高，那民生也会跟着水涨船高。公共工程主要受影响是公共工程，对啊，包括公共工程，民生也是一样啊，对不对？所以你们要未雨绸缪了，是吧？是。好，谢谢廖委员。好，那我们现在休息10分钟。
成绩都不满意。好，谢谢。我们继续开会。接下来，我们请蒋万安委员咨询。好，谢谢主席。我们请署长，曾司长，司长。啊，委员好。好，署长好。署长，你知道在去年哦，气候变迁气象指标，也就是德国观察，他们公布一个排名哦，我们只有在第57名，也就是一直处于后段班倒数第五名哦。所以包括从2016年开始哦，2017、2018到最近今年哦，我们的排名都是落在非常差的区域。所以到底政府对于整个气候变迁这个议题哦，够不够积极？所以今天包括经济部、交通部，我定一个这么重要的题目，所以署长也好，次长也好，你们对于你们今天提出的书面报告，你们满意吗？这么重要议题有短短几章，那包括对于欧盟2023年即将要求各企业去进口相关产品，可以碳关税，这么重要的议题，包括经济部。你们提出的报告也就两三页，然后你们大部分没有看到具体任何你们应的措施，你们甚至只提到说它有可能违反 WTO 相关的规范，你们会跟其他国家共同来好好应应现在可能的冲击，尚待评估。今天国人要看到的是你们积极的态度，你们有没有告诉业者，接下来他马上两年之后面对这样的困境，你们有什么样对策来帮助这些产业，协助他们？所以我对今天各部委提出的书面报告，我非常失望，非常失望。这么重要议题，我会再排，我还要看到底你们能提出什么具体的方案出来。除了气候变迁绩效指标，我们处于这么后段班。今天国人更关注，包括总统、包括院长喊出2050净零碳排。也是跟在其他国家之后，去年日本、韩国他们的首相、总统都出来宣示，我要2050净零碳排，而且很清楚规划出能源配比的路径。所以请教署长、次长，我们台湾的能源配比路径出来了没有？我想跟委员报告，我想在刚刚的报告有说明，就是修法我们在负责，那么路径的部分是由行政院能源减碳办公室龚政委这边在推动。那么就我了解，他也到了收尾的阶段，他有好像有提到他11月应该会把净零减碳的路径提出来，所以11月我们会有净零排碳相关的路径图出来，对不对？就我了解是这样，就你了解嘛？次长要补充吗？跟委员报告，其实我们也在高度了。我想委员也很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应该都有看到，就是日本跟韩国其实在提路径图的时候，他大概是先写方向，然后逐步的慢慢加上，就是他可能在时程上的一些规划。其实坦白讲，这个有变动性。那其实我们在我也因为我们进一步做了很多幕僚作业，路径这个东西，我们其实也做了很多版本的规划。那其实 IEA 讲了一件事，就是我们还有很多新的技术，我们在2030年以前是要极尽所能把既有的技术的应用推广能够做到最好，但30之后的新技术其实都还在发展，所以就我们来讲，我们可能要去布局一些新技术的生产，或者是新市场，比方说全球的绿氢会不会有贸易，就是我们现在是 LNG 贸易，未来会不会有绿氢的贸易？那现在绿氢贸易在讲最多的是日本跟澳洲，
那台湾刚好在这个航线上，我们怎么样参与在里面？这个工作我们有在做布局。就说委员如果要听我们可能做，因为我觉得主要是书面报告写很长，我刚刚我也念不完，我要跟委员报告，就说很抱歉，我们大概只能够纲要的说明。不，次长，但您关心的是，我绝对清楚。我知道今天不只是我关心啊，各个委员还有国人是很关心啊。我们会来说明。重点你要提到啊，包括对于怎么因应欧盟的碳关税。对于接下来2050进行碳排相关的路径，你至少方向要提出吧，但书面报告没有提到。如果次长你认为的确现在要提完整的路径没有办法，因为可能接下来30之后有相关的新技术没有问题，但是今天你不能完全仰赖未来可能的新技术，既然你的目标已经确定近零碳排，那国人要知道，那你接下来你至少定出一个很清楚的方向，就像2015年巴黎协议出来之后，我们的温管法或是行政院核定的相关目标就很清楚，包括去年2020要降 2%， 2030年要降 20%， 甚至中间过渡2025我们预期降 10%， 非常清楚，路径也出来，那时候可以做到，为什么现在说啊，我们可能只有初步的方向，然后书面报告也没有。那现在要谈的是，既然2050净零碳排是一个新的目标，那很显然你当时不管是在温管法或是行政院核定的目标已经不符需求，一定要做调整。就像2020刚刚你的报告也讲到，原本要降 2% 也没有达到，差一点点。那更何况我们现在2050要净零，你原本现行你只是2050要相较基准年降 50%， 你现在要净零碳排，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所以我们要了解，国人也有知道的权利，到底政府你只是喊口号而已，还是你是真的要来做，有这个决心？其实这件事情已经是我们就是会真实的去面对它，就是个重要的问题。我要跟委员报告，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2025或30，它实在是目标，也没有还没有具体路径。然后就过去，其实在宣示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说这一次宣示，委员一定会问。那我们的路径要长怎样？那我要跟委员报告，因为三十年的事，所以我们说在2030之前，我们怎么样既有技术努力来达到这个？国发会有带着我们大家一起在做讨论。如果需要往前走，所以现在包括署长、包括次长这个工作，这个你们现在都说行政人员减碳办公室有在做，那你知道去年你们开了几次会吗？能源减碳办公室8次。你们去不用上来，你们去年只开了一次会，那个，而且是什么时候开？12月30号，赶在一年最后才开一次会。今年开了几次？跟委员我们讨论路径，这个是不用去减碳办的。那你们都说今天是国发会主导，都说啊这个是龚政委要来主持，说是能源减碳办公室要来处理，各部会问你们路径图，都说。啊，国发会的能源减碳办公室今年呢只有6月份开过一次会，开一次会照设置要点，你们每3个月要开一次，我看每3个月每一季开一次都不够啊。这是今年应该是4月蔡总统出来的宣示啊。那你们因应这样的一个新的目标，你们要更积极面对。今天我们质疑的是政府的态度跟决心够不够积极，但是今天一问三不知啊，讲不出来，推给未来的新技术，推给国发会。我那个委员，我没有推给未来的新技术，我其实是来我们看嘛，我们看这段期间政府包括各部门，你们做了什么？除了刚刚国际的气候变迁绩效指标，我们一直在后段班，包括这个图当然显示，好，火力发电，我们的火力发电碳排量不减反增啊。从2015年开始，8000万吨，2016、2017、2019到2020到去年，都相较前年反而还更增加。这会影响什么？我们火力发电的碳排是算在碳足迹里面，碳足迹里面之后就是2023年欧盟的碳关税，它就会科予关税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企业会很担心？因为我们是以出口导向，很多的中小企业。它是以出口外销到欧盟到很多国家，它需要了解说，那今天整个我们的火力发电的碳排还是增加，
那欧盟他在看的时候，你的制程你还使用非常大量的碳排，所以当然他们很担心，而且他们更关心的是，好，因应这样的趋势、这样的规定，政府有没有协助我们建立相关的查验机制？这些企业、中小企业来讲，他如果都是靠外销，那政府有没有协助我转型？第二个，你有没有一个相关碳定价的机制赶快出来？环保署，你的报告写得很好啊，与其让其他国家科，不如让我们这边科嘛。那但是办法呢？所以我要问，接下来你说会提修法，提修法，好，今年十月底你说会有一个草案出来，会预告，预告之后是今年底会不会送到立法院？可不可以承诺？依照依法立法的程序，可能不差不多，但是没有把握。不管没有把握，如果今年又过了，因为还要经过预告之后，还要经过行政院的审查，在这个程序再到立法院来。嘿，好，所以署长、次长，我刚刚讲了，除了其他国家，日本、韩国好了，他们接下喊出了相关2050净零碳排的目标，也提出了路径的方向，但是前面也有委员提到，我们相关的运输工具，日本他们也因应这样子净零碳排，2030年中期要完成100%的电动化，不再贩售纯燃油汽车。英国也是2030禁止汽油的动力车款。美国加州也定在2035年这样的目标。我们有这样的规划或具体的目标吗？请交通部陈次长。是我跟委员报告有关这个运具电动化的，目前在交通部上来规划，大概是电动大客车在2030年是全面电动化。那至于其他的运具的部分，这部分我们会再跟经济部再共同好，次长讨论。是之前呢、啊，在上一届的时候，赖清德院长都很有魄力的宣布，2035年新售汽车全面电动化，2040年新售汽车全面电动化。但在2019年，苏贞昌院长上台以后，就油电平权为由，取消了这样的一个目标。世界各国现在已经没有人，几乎没有人在补助燃油车了。特别接下来因应2050净零碳排，到底我们相关部会有没有提出很具体的办法来因应？但今天听下来也好，相关的书面报告完全没有看到。其实这个议题非常重要，我时间也到了，我还是希望各部会你们重新去盘点，不要每次只是谈盘点而已，你们要拿出办法出来。等到下一次我排的时候，如果还是一样，提不出任何具体的措施，书面报告还是这么空洞，那就是这个政府只是打假球，没有决心要来处理净零碳排这个问题。好，谢谢蒋委员，谢谢各位长官啊。下次蒋朝伟如果有排有关的这个议题的话，再请我们的这个报告能够弄得更详细一点，谢谢。接下来请陈寅委员。好，请署长。好，请署长。好，委员好。好，署长好。想先请教署长哈，就我记得以前哦，我在质询的时候有请教过说，屏东有鲔鱼季，那阿里山有樱花季，我们现在已经迈入十月份了哈，那你还记得我那时候问你说我们现在是什么季节？你忘记了？十月就是空污季嘛。好，那这个今年我们的空气污染整体指标哦，相对跟去年比较，署长有没有觉得变好了？跟委员报告，其实去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年了哈，因为疫情的影响，所以确实去年改善的很多。那今年因为陆陆续续中国的疫情控制也恢复了，它的产业活动也恢复了，所以境外的我们从监测站看到境外的其实又恢复到
之前的水准。好，所以我们是，所以今年的空气品质看起来会比去年稍微差一点。今年的会差一点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好，那我们一般就是评量一个部会或者一部法案的成效哈，那一般最好的方式就是比较这个历年的指标啦。那我们看一下这张图哈，这是2020年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的报告。那从104年7月1号温排法公布实施以来，到107年，我们一直维持这个稳定的微幅成长哦。那这样的结果其实是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去解读它了。或许有些官员会说，相较于这个1990到2007年，我们的趋势已经降下来了。可是呢，在比较2007年到2009年的直线下滑，看起来好又是不及格，又差蛮多的。组长，你觉得我们这个温排法这几年的成果哈，应该要怎么解读？我想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我们推动温室气体减量，在这些年来其实它是有改善的哈。当然看起来是持平，不过从我书面报告里面的第四页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跟我们的 GDP 成长已经脱钩，也就是我们维持我们的经济的成长，但是排碳没有增加。当然这个是初步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但是我们觉得不够，所以才会说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再去修法，因为原来的政策工具我们觉得并不足以让我们能够更加大脚步来改善这个排碳的状况。好，所以我们都还有努力的空间哦。是，还要大家一起继续努力。那再从这份报告我们再看一下这张，每年我们的这个温室气体排放2.96亿公吨，主要是二氧化碳，占了94%以上。那其他的这个含氟的这个温室气体呢，只占了5%左右。排放的事业呢，也以这个能源部门最多，占了大概90%。那其他的这个工业制程也大概就是4%到5%之间哈。我想任何一位正常的这个首长啦，要来处理这个温室气体的问题，就是都会优先考虑，优先来处理这个从占比超过90%的这个碳排以及这个部门来下手哈，一般是这样嘛。好，那今天其实主席安排这样子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哈，我想我们首先应该要知道这部法案过去的这个成效跟问题，再来看这个法案还有内容哪边有需要检讨。我想在这边哈提几个本席的意见哦，给环保署来作为参考。第一个呢，我们其实就是看不出来，特别针对这个二氧化碳还有能源部门的这个气体减量的特别规范哈，反而是透过一些很艰涩的文字，那特别是这个专有名词哦，夯不啷当，总共你有没有数过有几个？你知道吗？28个。好，28个专有名词。好，那我想这些种种都是妨碍国人的这个了解跟重视啊。再来，而且啊，我们这个各种的这个气体还有事业都是同等的对待，那看不出说你们执法的这个优先顺序啊，还有这个重点，因为放眼望去全部都是重点，就变成没有重点。好，那对于这个查验机构还有这个认证机构的功能还有授权哦，虽然说有管理哦，但是你们没有去检讨，特别是针对这个你们委外的这些查验机构是不是授予的这个职权好是不是过大了，好，这个我们非常的质疑啦，这个你可以从很多案例好回头去做一个检讨。再来呢，你们是柿子挑软的吃哈，这个罚则的部分，好，我为什么这样讲，就是你罚则的主体其实是以这个碳排放量较少的民间事业单位为主。那刚刚有看了那个统计嘛，能源产业能源部门很多是行政机关还有国营事业，好，所以这个部分比例其实是失衡的，好，特别容易引起争议。好，那第四点就是有关于这个碳交易的这个机制跟实务哈，看起来是未尽完善，而且缺乏监督哦。其实我们都不是很清楚，
知道这个实际的执行成效到底是什么。好，这个部分可能未来也让我们多了解。好，那就这个部分哦，对于这个后续修法的关注的问题，我想特别点出来让署长了解。好，希望你们针对这几个方向可以好好的去做一个改善跟检讨。好，谢谢委员。我想我稍微说明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刚刚委员秀的那张图，确实我们能源是一个排碳很重要的，但是它能源排碳它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用电单位需要，所以它发电之后它是提供给用电单位去用。所以我们现在分两个部分，一个就是我们经济部现在很努力的，就怎么样把能源的所谓碳排碳系数降低，就让它的能源供给能够更干净，减少它的排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去推动这些使用电的这个部门有关效率的提升。那么它对电的用的使用的需求降低，其实同时就减少碳的排放。所以我们在实际执行的时候，现在我们在设计里面所谓碳排放的碳费的征收这一部分，那我们就会从大的使用的单位那里去征收。好，所以我们不会从谁电费去收，而是说你使用单位你使用多少电，那它所排的碳我们就从你使用单位去收，那么让他感受到他的压力，而他愿意去做更进一步的减碳。所以我们不会说从小的去开始做，当然整个减碳是所有的部门都大家一起努力，包括这个住宅啦、营建等等，这些大家都一起努力，但是重点我们还是会从大的排碳 的方向去开始做。那么刚刚委员谈到的这个交易的部分，其实我们现在也在建构这一部分。我们现在是先从有关很多经过环境影响评估的这些大的案件，那由他承诺他去取得这些排碳的这些额度来抵消他的碳排放，那么促成进一步在下来我们把碳排放交易建立起来的时候，那么就可以由他 做一个有效的移转，那这个也是可以促成减碳的工作的推动。好，你把我的时间都讲完了哈。那个我想这个部分就让我们再多了解了，那我就最后补充一点哈，就是我要再提醒哦，跟空污法有关的这个问题哦，因为最近我们办公室发了一个文哦，请你们解释说明。但我有发现说，这个空污法24条授予你们针对这个事业单位的设备，不论是在设置、变更或操作，都要取得你们的许可哦。那姑且不论你们有没有这个能力，想不到你们竟然是靠一个84年的公告。好，把这个特定的这个制程或产业直接纳入适用24条，让可能没有空污，就是没有空污，就是不适用这个空污法的高科技产业，他们完全没有辩解的余地，而且要求人家立刻停工。好，84年那时候署长几岁？啊，26年前呐、啊，哈，那。你也不好意思回答，但好，没关系。那署长是这样子，你是文官出身的政务官哈，那或许在这个民国84年，我不晓得你是担任什么职务，但是呢，以你现在的这个能力跟阅历哈，跟就是跟过去来做比喻，就不好意思，我这样子比较不礼貌、啊、但是产业是一样的啊。好，就是说这个高科技的这个高科技产业的这个技术跟能力哈，跟84年前来做比较，应该是进步很多吧。好，所以26年来你们完全没有去调查研究产业的现况，那就靠一个老旧的这个84年的公告就拥有直接把人家停工的这个权利。所以署长，我最后一句话总结哈，就是环保署你们要与时俱进，不要哈拿着一个落后成年的公告，然后成为一个扼杀先进产业的一个舵手。好，这个部分要请你们特别注意。是，谢委员，我想这个是因为可能在执行上确实我了解这个案了哈，执行上有一点点可以讨论的空间，这我们跟地方在努力来改善这一部分。好，希望那些人的思维好跟做法不要跟这个老旧的公告一样成年了。好，好，谢谢。好，谢委员。好，谢谢陈英委员。下一位我们请徐志荣委员。谢谢主席，麻烦请经济部我们曾次长，请曾次长。次长好，是
委员好，委员好。首先呢、啊，对我们招委今天排这个题目啊，不仅仅是管制温室气体减量以及相关的修法的提成的哈，更是有攸关到产业的这个存活，还这么重要的法案，周总在这边表示肯定。其实建成，因为他排环保署的第一个重要的案子了，我不是说你排的不好啊，你不要误会了哈。市长，我主要请你的是，就是说在你的那个报告里面，在对我国产业影响评估里面有写的一个短期影响有限了哈，我在这边要提醒的是，现在是只是欧盟讲而已嘛哈，到2023年，然后有2年的过渡期，2026才开始。我现在主要提醒您的是，你现在是对欧盟影响有限，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以后有其他的国家一样的要采取像这样的事情，像美国啦，或者是日本啦，我是不知道中国大陆了。中国大陆万一这样的，我们现在依存度这么高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更伤脑筋了哈。这个是对地气来讲，搞不好还有品项会再增加，对不对？除了这刚刚讲的那几个五个以外，可能品项也会增加。所以说，我们经济部一定要跟环保署密切的这个合作了哈，这个我是简单的这样提醒市长一下，就是地区可能会增加比较多的地区啊，项目可能也会增加比较多的项目，这样子提醒你，谢谢。谢谢。好，那接下来请我们张署长。好，请署长。好，委员好。市长好。啊，市长，我又忘了讲了一个，跟你那个，你请坐就好，不用。那个刚刚有讲到再生能源的有关地热的部分了、啊，像我们中油这个碳采事业部也是在苗栗，我相信它的碳采技术也非常的好，它都到非洲的查德去采油都采了采回来了哈，所以说有关地热的这个部分，也可以请我们碳采事业部来多多的协助哈，谢谢你。首长好，首长，我依我看呢、啊，我是看不到2050年的世界的哈，你是不是可以帮我描述一下我们的这个苏院长也好，总统也好，2050年近零碳排放的那个目标了哈？你可不可以帮我描述一下2050年那个时候，不管达成没有达成，大概那个时候的世界是怎样的？零排放的世界啊，譬如说，替代能源达到50%、60%以上，或者是那时候的摩托车，还有公车什么车都是电动车，或者是说一些公司工厂，有什么更新的技术可以减少这个碳的排放？一分两个阶段，一个是你可以预期的，一个是以后有什么新的技术我们不可以预期的。好，那是另外一种，是不是可以帮我简单的描述一下到2050年会大概是什么情况？就是跟委员报告，我想这个因为这是一个全球要共同面对的议题，所以是大家都在努力。所以很多国家当然他提出了所谓他2050要净零排放，其实相对的，尤其是比较工业技术先进的国家，他提出很多他要去改善的。好比说他所谓再生能源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哈，那再生能源一定要提到某个程度，那么包括说所谓运具的电气化，那么因为运具如果没有电气化，它还是燃油，那它的碳排就很难去控制，所以它必须是电气化。那么电气化之后，它的能源就必须由干净的能源来供给，这样才能取代它的排碳。那再下来就是产业的部分，那产业部分它也会从能源效率的提升，包括它的制程的改善，也许有些制程它可以去改变，或者说使用再生能源去替代，像我们讲说 SRF 啦这一类的东西，那么减少它去排碳的这个需求。那么当然还有一个一直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可能从我们的建筑也必须去改变，
那也许我们现在从新的建筑，我们必须去开始定出规范，怎么去盖，让它的耗能能够减少，不只是它的外壳，包括它的建材等等，都能够去做。那老的怎么去改善？那从各方面去做改善，当然还包括这个所谓行为改善，就是我们以往大家都自己要有一部车。那未来如果公共运输或者说是共享的这些经济能够发展，那其实这些都共同可以去做减碳。所以因为大家都在努力发展，所以有些新的像说氢能啊这些东西，其实就会让人家觉得它有可预期，因为先进国家也都在努力这一部分。那我们只要跟像市长说的，我们只要跟到这个前段班领先群，跟着人家去做，我们还是有机会做到的。 好谢谢署长，希望我能够活到2050年哈，一定会的。那是我190了哈。那2023、2025过渡了，简单讲的，那按照署长，按照我们这个修法的提成，我们的作业对欧盟的这个来得及吗？啊，不管你要定价钱啦、订单价啦，啊，大家总归讲一句，钱至少我们留在自己的国家，我们不要交给那些，至少我们在国内还可以大家商谈，可以跟产业商谈。啊，你如果要缴到欧盟，他订多少就订多少，他还可能没有跟你商量的余地啊。所以说来得及吗？是跟委员报，我想这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欧盟它是2023到2025只是要申报，所以我们比较急的是应该是我们的盘查的部分。但因为我们国内其实之前已经做了很多的盘查的工作，我们现在80%的排放量都做过盘查，所以这个技术我们是可以的。现在只是说我们要把它建立成未来在国际上它也承认我们盘查的这个结果，那我们就申报了之后它接受。那第二个就是说，那它要开始碳边境机制的时候，那我们自己的收费制度跟交易制度能不能跟上来？那因为它这个真正要实施到2026，所以其实我们依照现在立法的进度，应该是有机会会在这个之前把制度建立好。所以我们在立法的同时，我们对于执法的部分，我们已经开始在做准备工作，希望能够尽量的缩短，希望能够赶上2026之前的哈。是组长，还有一个就是昨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报道，他是说，这几年在卫福部里面在尽量的在推广这个烟渍防害。他好像比了一下，去年还是前年，抽烟的人口有30几%，到今年还是去年降低到16%左右，但是肺癌的罹患率反而增加。所以一方面我不是替烟品在宣传了哈，我想说应该抽烟的人越来越少的话，他反而应该那个肺癌的罹患率会越来越低。结果他所有的统计是罹患肺癌的没有抽烟的罹患肺癌大过于抽烟罹患肺癌的，而我讲的意思可能就是对我们的空气品质等等是不是有密切的这个关系。我想在医学上的研究我不好去评论，但是空气污染改善是一定要做的。那么即便就是以肺腺癌来讲，这些年其实因为从空气的影响的比例其实也是在大幅降低的，那当然我们还是继续要再努力的哈，不能说它有改善就满意，但其实是有相当的改善。请署长特别注意一下国人的健康的问题哈，谢谢。好，谢谢委员。好，谢谢徐志荣委员。接下来我们请邱泰元委员。好，谢谢主席，是不是？还是请署长好了哈。好，请署长。好，看下一张。好，我想。啊，委员好。谢谢。大家好。那我想在今年9月的气候变迁大会哈，这个气候少女哈，提出这样的一个，他觉得大人哈不负责任了哈。拖着我们的梦想跟童年哈，震撼了很多国家的哈。我想这个部分是大家我们今天，所以今天来讨论这个议题，以及我们共同来努力，
我想是对得起我们未来的下一代，还有我们台湾的一个永续发展的一个工作哈。那先跟大家敬佩一下大家的努力哈。看下一张。那么，我们政府各界也一直持续在推动各种来努力的哈，来达到，尤其在我们总统在四月的时候就，再度宣示哈，在除了第一阶段的能源转型以后，第二阶段要来净零的一个转型哈，所以让我们在相关的一个行动跟法案方面具体来启动。那我们的赖副总统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在屡次的相关的会议也特别都一直在宣示这个的重要性哈。另外就是苏院长哈，今天的报告也有提到哈，有经过核定这样来进行哈，所以我们政府的努力，我们一定要给他最大的肯定跟支持。看下一张哈。那过去我也知道洪世烂委员也跟很多很多的专业团体哈，这方面的热心团体一直很努力在进行哈。那李院长、院长也有几度我们在社造协会相关的一个互动哈，以及我们在相关的不管是空屋啦哈、气候变迁的研讨会里面也有几次的互动。他是非常期待，也提出了说，我们的减碳脚步一定可能如果没有跟上世界，的确是会有相关的困难嘛。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今天来努力把它跟上了嘛。哈，那他比较关心的再生能源哪些项目还需要支持的？那还有就是我们的碳税，那税怎么样来处理？哦，变成不要让贫穷的人口来负担太大。哦。那应该还有整个社会，我们的思考模式都不是只有很局限在某一个专长或专业，都要发动整个社会发展。哦，包括我们这次的防疫，我们也提出了社会处方哦相关的一些事情，都是要社会整体的力量，靠我们社会整体的智慧来处理的哈。那我会不会简单请教一下我们署长哈，或者是市长也可以的哈。我国的再生能源有哪些优势跟劣势？我们不要再重复那个，因为李院长有提到这个，你可以没关系，可以那个我不想去探讨那么讲那么多，但是只是说李院长有提到说我们有什么优势跟劣势，一定有因地制宜，因每个国家的背景，还有每一个人的民族性，我们要去发挥这个部分嘛？是。那个就再生能源的部分是这样，因为那个如果您提到委员，如果提到民主或是习惯的部分，其实台湾在减量这一块真的是做得还不错，因为但是我们的生产量，当然我们供应全世界，所以供应量其实大的，所以我们用了比较多的能源。但减量其实台湾因为习物的关系，所以真的是就整个减量的或是循环再利用的比例都相当高。那至于再生能源的部分，其实台湾大概现在就是以风来讲，就是我们在西岸的风力其实非常有潜力，好，那就是技术上怎么样再突破，这跟水深有关，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当然是光，那但我们现在积极在处理的，刚才徐委员也有提到，就是地热。我们的地热就是风、光、热跟海，接下来的热很可能是第三个重要的角色，那也是我们积极会来推动。那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因为地热这件事情牵涉到像它跟温泉有一定的相近性，现在在用温泉法做管理，那有没有合理的管理方法，这个我们在做讨论。但是法规如果调适起来，现在全世界包括像纽西兰等等一些国家也都在跟台湾探讨要怎么样合作。那海的部分，台湾的周边的海洋能的开发其实是一个很有潜力的项目，那因为有海委会也在跟我们讨论怎么做，我们其实也愿意跟海委会一起来合作推动海洋能的发展。就是台湾来讲，就是我们几个周边的天然的可能带来再生能源发展的项目，我们都会朝这个方向来努力。那离岸风电的工作对未来海洋能的发展，因为它是海事工程，会有相辅相成的效果。好，谢谢哈，那个提供这么专业的一个哈一个提示啊哈，那我们我只是说，整个每个国家在发展当中，一定有它优势跟劣势，一定要发展我们的优势哈。我们在任何
任何专业也都是产业都是这样在处理哈。那当然我们关心的是说碳税收了以后的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部分呢，大概有都有署长都有报告过相关，有没有要补充回应一下我们李院长的想法？我想这个碳费收了，我想我们就会像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做，就是从低碳的这些生产技术，或者说是这个低碳能源的技术，或者说是像这边所提的所谓说是不是我们可以创造出一个绿色的产业，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在未来有关碳费的应用上面我们会来做考虑的。好，谢谢，我们看下一张哈。那请这个没关系，我们都知道气候变迁这个现在目前的一个状况哈，是对人民的健康相当的不利的哈，所以其实我们很关心哈，这个部分怎么来处理？因为只要关系到健康的，就是从事健康照顾工作者非常在意的哈。那我们也看了一下那个我们在2017年，其实世界医师会哈，它也宣示了很大的一个宣言哦，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哈。那当然我提抓两个点了哈。第一个就是说呼吁各国政府及非政府行动者，哦，世界医师会了哈。我们台湾是世界医师会的理事，哦，所以是非常密切的互动。他们有什么政策，国际间有什么政策，我们台湾会抓得很紧，来跟着来因地制宜来发挥我们的长处。那么可能会，哦，要来宣示这个重大的健康后果。另外就是应该要编列相关的裁员专款来推动健康体系的强化哈。那所以我看起来是这样子，我们在刚刚您报的治理当中，在减缓的这个角度策略里面，好像没有把健康卫生部门强调了，在另外一边哈调试这个部分是有哈。那当然我希望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希望我们健康跟气候变迁的相互影响研究还是继续要再努力，而且要提供经费来给研究投入这一方面的人有足够的经费来处理。好，哦，那我想就不用请教，我想大家都努力，但是可建议要再积极，好不好？是，我想谢谢委员。就有关气候变迁，其实因应就是减缓跟调适两部分。那我们现在调适的方案里面，其实是有健康的部分，是有卫务部相关部门。但是我觉得减缓哈，医疗体机构然后你要给他足够的资源，他们可以做很多减缓的工作。是，那这个不要忽视的。是，这个我们再来加强事情。那所以我建议可能要把健康部门、卫生部门加进去，然后提供这样的世界医师会共的哦，提供一个专款来处理健康体系。在强化这个部分的功能哈，这部分是我们我后续会追踪这个进度哈，请署长帮忙一下。是，好，好，谢谢。好，谢谢邱大元委员。我们上午有宣告11:30处理临时提案，所以我们现在处理临时提案，既有一案，请宣读。我国企业面对供应链减碳规范越来越严格，加上碳税的课征大幅增加成本，政府应尽速进行跨部会合作，补助业者跟上国际脚步。原要求环保署与经济部依上开议旨，研议成立跨部会产官沟通平台，拟定产业减碳奖励机制以及碳交易机制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评估报告，并于3个月内向本委员会提供报告内容。提案人委员张玉美、徐志荣、廖国栋、陈玉珍、蒋万安、杨琼英。宣读完毕。好，请问行政单位有没有意见？请。跟委员报告哈，那环保署跟经济部讨论哦，确实这个提案我们可以遵照办理，但是有关就是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评估报告哈，我们建议把这个碳交易修正为碳定价机制。好，张玉梅委员同意。好，提案委员同意。好，我们就照修正文字通过。好，那我们临时提案处理完毕。接下来请赖香伶委员质询。谢谢主席，我们请张署长。
好，请署长。曾次长，请曾次长。好，委员好。是两位次长啊，我想谢谢主席今天排这么重要的一个法案哦。大家都说地球只有一个哈、哦，那这个地球在近几年来升温的问题哦，造成人类会不会历经这个世纪浩劫哈、哦？全世界没有个国家可以自外于此，所以总统也好，我们行政院也好，两位次长和部长哦，大概都能够面对。台湾在整个产业转型里面，过去就是对于耗能以及这个碳排的问题呢，在一些这个政策上面拖延延宕啊，所以时至今日，我们看到我们要追赶国际上认定的这个碳排减量的这个成绩啊，绩效不彰哈、啊。先看这张图哦，你们今天都用这张图为例，以2005年的基期来看哈、哦，我们说五年内要达成2%的这个减量，我们算出来大概只有降0.97%。那个署长，这个数字我想应该没有什么争议吧？应该没有这么少了，嘿其实就这么少哈。没有，应该我想我们还没有确切算出来，但应该没有这么少。我们数据从这个经济部能源局到我们这个环保署数据有几种哈，但基本上我们还是采信你们的数据，所以总的看起来这五年要达到2%呢是没有达标，好，这是第一个。那再来，你到2025年的时候呢？还有到2030年的时候呢，目标是20%哈，我想这样子的速度看起来是堪虑哈。那要怎么样急起直追？国家有大概八大策略，这个路径图大家可以看到。除了最左边哈，最右边我们讲碳汇，就是讲今天要谈的国际的碳税，或者是台湾的碳费，或者是 CCUS 讲的是这个碳捕捉等等的这个科技之外。前六项应该是过去一直都在进行中的。那我刚刚听了很多委员都问到，是不是在再生能源、在循环经济等等的部分呢，有很多经济的这个可能性跟必要性。那我请教署长，这前六项红框里面，你认为哪一个达到是最有可能达到我们减碳目标的？哪一项是最重要的工具跟路径？我想，其实这个都各个面向都是我们必须要去努力的。各面向都要努力的。那我想请问曾次长，因为你主管经济部，经济部是这件事情里面的重中之重。什么是你认为最有可能达到的这个效益？那个能源效率跟行为改变是需求面，然后我们的需求面降低，其实当然是减碳最第一步的功。行为改变能源效率，是不是？对，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接下来大概是我们如果需求面确定了以后，分开来看。能源的结构的转换，能源结构转换大概占5-6%的功能，然后另外一个是循环经济，所以是结构转换、循环经济这部分，你认为可以达到？这两个是低碳的能源，那电气化的部分主要是我们要把那个内燃机引擎换成电动车，是。那这个当然是减少排碳的重点。企业跟国家对于这前的能源循环经济、电气化等等，我讲如果要估计百分比，如果要估计关键，如果要估计百分比，再生能源一定是最高的，再生能源它的占比一定最高。但有一个事情就是，氢能一定是仰赖，就是接下来绿氢的国际贸易这个市场会不会起来？我们的氢能可能还在起。因为不会是自己，就说如果是自己生产，它也是从再生能源过来，它是一个中继性的能源。所以是均衡性的，如果是六项里面均衡性的比例占比最高的是哪一个？如果国际上未来氢能的交易市场是量是大的，就台湾来讲，台湾一定会去争取这个氢能的贸易市场的比例，所以它的重要性会提高，未来性会提高。对，但此时现在最重要是哪一个？看它的技术演进的状况，再生能源0.97%，我只是在质疑。说这五年内0.97%，连1%都没有，这件事情你们还是要面对。委员，我这样说哈，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时空下，我们都不会去 argue 再生能源是不是重要的。但是在今天之前，两年前，我们还在辩论再生能源在台湾是不是重要的。刚刚我有听到洪森汉委员有咨询，我们其实花很多时间在处理这件事。我时间不多，我现在大家有共识其实是好事。请教次长还有署长哈，就是今天在谈碳费跟这个台湾要怎么样课征哈，在法规到现在还没有提出版本，所以我总的来请教一下哈，如果以台湾来论。现在看起来是以超过2.5万吨以上的企业呢，可能会征收它的碳费。那目前你们规划是大概比照日本，还是比照新加坡，还是比照韩国？大概是哪一个等级的？我想跟委员报告，这个因为其实征收碳费主要目的是要促进它减碳的哈。是。那所以我们要考虑到底收高还是收低，到底多少它是可以达到我们所要的目的？已经联谊16场碳费会议了，结论是什么？在这些会议里面，大家其实对于征收，就像曾次长在报告里面所报告的，其实大家对征收没有异议，但是只是说怎么收、韩国、日本、收多少、新加坡怎么用不同的等级。
你的落在哪里？所以这个我们还在。以韩国为例，它$33是大概跟欧盟的巴黎协定差不多，40到80。我们听说是暂定在日本跟新加坡，大概是4块到5块的美金嘛，对不对？这个只是在讨论，还没有定案。这个是司长是不是？所以到底有没有结论？到现在还不敢讲出来。来下一页。形式上我们要看，如果以中钢为例，中钢在2013年到2016年的平均碳排放量大概是2000万吨，乘以每吨$3，大概是6000万美金，折合台币大概16亿一年。那台塑呢更高，它是3000万吨，折合台币大概是25亿台币，一年收25亿，一年收16亿，多吗？不多啊。但是这个你刚刚讲在国际行走的时候，我们已经对国内的重污染产业已经课征的话，基本上在这个关交易税就比较不会受到更大的冲击嘛，是不是？对，这些都是我们未来在定碳费的费率都必须去考虑的。是，所以我是建议要就算出来，你们开了16场跟企业的座谈，今天既然没有答案，我是觉得不需要这样子遮着这个油爆琵琶半遮面啊，这个千呼万唤使不出来。这件事情不那么难，大家有共识，国内也有共识。我们看下一页。所以形式上，我们国家已经成立这么高由院长的层级来进行的这个办公室，能够进一步来推展这件事情。因为2030年眼转眼就到了，50年，刚刚我们志荣委员说他还在不在？50年我们要面对，刚讲地球只有一个，升温1.5度到2度，这件事没有人逃得掉。台湾要贡献国际社会一份子，这件事情部长、院长层级上已经到总统就要达标。看下一页。终究要问的是说，第一个，法案何时提出？第二个，这个费用收了之后，你们的用途跟效益的评估到底要转作为扶植产业转型里面的这个科技的这个成本的调整，还是其他的用途，包括民生健康等等，都值得探讨。所以我希望署长是不是在一个月内提出碳费基金用途跟评估效益，好不好？跟委员报告，就是有关我时间不多，请你一个月提出报告给我了解。这个部分收到多少钱，预估多少钱，怎么用？这个部分我想一个月可能做不出来，因为其实大家还有很多的争议的。那我请主席开始，怎么用？我们当然有我们的想法。好，我下一个议题，现在曾市长您回座。简单的一个讯息，9月24号，你们的诉愿委员会发了一个诉愿书，针对苗栗的鲲鱼这个事业废弃物掩埋场呢的这个诉愿呢，你们是撤销了苗栗县政府的这个行政处分，认定说这个县政府呢停止人家的试运转是不合法，所以2个处分给他撤销，然后提出另为司法之处分。我请教署长，你的诉愿委员我觉得还蛮进步的，虽然他撤销地方政府，但是他提到一个从1991年取到的一个事业废弃物的掩埋同意，20年没有运转。那这20年内这么多的法规都改了，从现在你们认定一些这个就处理废弃物的掩埋机构的部分，是不是要用新的法来做处理？环保署到今天我已经协调会好几次了，你们都不愿意面对环保署的角色跟地方政府这个过去20年前设置同意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这个变化，法规的更迭，同时新的环保标准提升，到底环保署的角色是什么？这件事情跟委员报告，这个就是说，第一个我们旧法论法，我们数位委员会是这样处理，所以因为它的程序有瑕疵，所以会给它撤销。程序瑕疵，但是内容上他提到这点，你同不同意？他说环保署我们很多法律的更迭啊。所以本质上就说依法来讲，它是被撤销，但是他这是提醒他，其实他是应该要慎重去处理。谢谢署长来看下一页。所以其实委员关心的，其实相关规定我们也修了。署长，我就希望您能够站在环保署是中央的目的主管机关，对于事业废弃物的这种设置管理办法，你们已经修了一个，就是它的公民废弃物处理办法的第14条，现在只要是设置超过5年没有使用，大概就可以给它废除嘛，对不对？现在最主要是抱歉，它这个案有一点点比较复杂，但是我想请部长和署长就本案是不是同意 站在你们的主管机关，他不管是自治事项或委办事项 给地方，你们基于刚刚讲法律的更迭、标准的提升，以及本案呢过去这么多这个违反行政程序或者是认定上的瑕疵，能够对本案予以撤销了。我是希望你可以面对居民跟这些在地乡亲他们的心声。我想这个地方是农业，是永续社区，是我们总统都去看过的南瓜村，不应该让这样的有疑虑的
这个地下水污染造成农业的这个损害，请市长硬起来好不好？是，谢委，我想从我们修法，你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态度了哈。但不说既往有什么用啊？所以请你站在主办单位立场，我们有一条就是之前核准的一年就失效了哈。不行，所以我们再跟委员报告我们那个新的条文。所以一个月内一样对本案的这个处理哈，基于这个法律的衡评也好，或者是追溯的这个精神来予以介入处理。好，署长，一个月内给我们有法规已经修了，那我们也会给他一些行政上面的指导意见，请他们慎重的去处理。我想做法，我们再跟委员来做报告。是要请署长硬起来。好，谢谢主席。好，谢谢赖委员。谢谢委员。下一位，我们请庄敬诚委员。好，谢谢主席。我们请那个张署长，请署长。好，委员好，署长好。哦，今天首先也感谢我们这个蒋昭伟了哈，来排这个议题，这非常重要哈。那本席在这边也要强调一下，就是说我们本党有很多委员对这个议题也是非常的重视。那像本席跟洪森安委员跟苏乔委员都会不定期的跟我们这个相关部会，那以及我们这个产业界来做这个意见交流跟这个沟通，那这个议题确实会影响到我们未来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那因应这个气候变迁的这个能源转型的议题，其实欧盟在今年七月中就宣布嘛，那将从这个2023年开始对这个钢铁啊、铝啊、水泥、化肥以及电力这五类的产品，实施这个碳边境的调整的机制。那从2023年起开始要求申报义务人要需缴交这个进口品生产过程的这个碳含量等报告哈，那预计在2026年后，那申报义务人必须购买这个碳权的一个制度会正式上路哈。那我想这个署长就是欧盟在此次的正式释放的这两大讯息哈，其中一个就是说产品国如果是已经实施碳定价，那则渴望减免这个碳关税哈。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生产国的那个碳排标准若优于这个欧盟，甚至可免征收哈，有这两个一个要点。那所以很明显就是说，首先我们需要这个碳定价哈，那先有碳定价，我们才有可能符合这个减免碳关税哈的这个机制了哈。那碳定价的工具是我们无法闪躲的一个议题哈。那环保署预备怎么样的因应啊？如果修法的话，预计推动哪一些法案的修正？那环保署这边规划的期程如何？可以请署长说明一下。是，谢委员，这个议题其实委员也跟几位委员找我们催询过好几次哈。那因为针对欧盟的所谓碳边境税的这一个部分，那我们现在大概主要的就是在设计上我们会建立希望征收我们的碳费，好，那当然辅助上面我们也会希望进一步要推动所谓交易的机制。那这重点就在于说，不是只是针对因应它，而是我们自己能够达到减碳的目的。那么针对它现在所提出来的这一个期程，那我们现在比较急迫的就是说，法通过之后，那我们征收碳费有一个依据，我们可以去把后续的征收机制建立起来。第二个，我们对国内的碳排已经80%以上，我们都做过了盘查。但是怎么样把它建立更有效的机制，甚至说未来在国际上，因为这个征收它一定跟欧盟会有所谓贸易上面的谈判，我们怎么样子做它是可以接受承认我们的这一个盘查的数据。好，那么再下来才是说那我们征收的这碳费跟他进口的时候，他怎么去收我们的钱？大概我们方向上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在整个修法的预计上面，我们是希望这个月能够把草案就预告，但是我们预告之后并不是停下来，我们就会开始着手去做相关执法的规划。是，那如果大院未来送到大院，那么这法通过之后，我们也可以在短的时间把执法拿出来，那这样可以把我们刚刚讲的几个机制能够在最短的时间把它建立起来。那因为它实际征收是到2026，所以我想在这个时间上我们应该是可以来得及把相关的机制建好。
是，之前就有跟所长这边讨论到说，温管法在2015年上路了哈，但是他当时真的是缺乏这个工具来执行哈，那所以现在环保署要做这个气候变迁因应法哈这套法的时候，那我们当然也讨论过，一定要全面的来盘点哈，那一定要能够真的确实有一个好的工具去做一个执行了哈，那这个碳定价。其实可以预期是这个国际的一个趋势、啊、那如果台湾如果不收费，未来就是交给其他国家嘛，那因此就是我们有必要就是说赶快来修法来实施，然后要确认这个工具怎么去使用，那确定可以执行的，那先前预告的这个气候变迁因应法，这个草案已经授权这个征收碳费的一个法源嘛，那我想在讨论这个碳费碳定价之前，其实我们必须了解说各国对这个碳关税以及这个产品碳含量的一个计算方式、啊、那环保署现在有没有开始进行相关的这些世界各国这种研究跟盘点的这些工作？那环保署预计说未来要怎么样处理这个我们这个产品碳含量的计算的一个法源的依据？是，我想跟委员报告，当然我们整个这个碳费的征收的部分是一定在后面的执法去定哈，那我们当然有做预先的一些研究，那当然因为这个牵涉到就是说在以我们环保的立场，当然是希望能够达到越高的这些减碳的效果越好，但其实在经济部门它会牵涉到它产业的竞争的问题哈，所以怎么样子这个取得一个衡平，其实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经过比较长时间的沟通，包括产业界它怎么去调试，因为它不只调试我们收碳费的问题，其实它还有国际上面要求它减碳的问题，是，所以它也需要取得它一个产业发展的衡平，所以我们需要去找出一个我们国家比较能够来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定，是，我想我们这个台湾年碳排大概是2.75亿吨啊，那占全球大概是差不多刚刚那个次长要讲大概在0.56%，大概说在0.6%左右了哈。是，但是我们这个人均碳排高，而且我们产业以这个外销为主哈，那会被这个各国市场要求减碳，那因此碳定价的这个制度这个议题哈，台湾可以说不再有任何闪躲空间哈。那有关这个碳定价的机制，其实环保署在2020年12月的时候哈，发表一份是委托这个伦敦政经学院执行的这个台湾碳定价之选项研究报告嘛哈。那建议台湾应先从这个碳费做起了哈。那请问一下署长，就是说定价哈，如果是明显低于较其他国低啦哈，这样其实会起不了太多作用，但是如果高于其他国家很多，对我们国内企业也可能产生相当程度的一个冲击了哈。那环保署这边会怎么因应？这目前环保署有没有具体的估算出这个碳费起征这个价格大概落在怎么样的一个区间呢？我想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我刚刚也说了，因为除了我们希望达到减碳的效果，那其实我们也必须考虑国际上面或者说是在我们亚洲邻近国家他们执行的状况。好，那因为我们这个我们设定它是一个经济的工具，就是说它是希望透过征收碳费来促进它减碳的动机，是啊，所以并不是说为了我们要花钱不够，然后去来征收钱，不是一个财政上面的作为，所以这个我们会研究了之后会去找一个对于我们的产业减碳比较能够去推动有效的这个来定，那目前是还没有一个具体的东西提出来。哦，是，我想刚刚先前那个苏乔委员有讲，然后就是我们在这个气候变迁法这套法律在实施的过程当中，我们跟国际上的比较，我们一定要是保留在那个领先群里面，然后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还是要跟像我们邻近亚洲这些国家来做一个比较哈，那我觉得说一定要去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规划跟盘点跟工具的，真的是可以落实，这样我们才能去走这一步伐，然后才不会落到之前像2015年那个温管法，它没有办法执行没有工具的执行面去执行那会变成空谈了哈。那我希望说我们这个尤其这一次的这个气候变迁法，可能不只是牵涉到这个环保署了哈，所以各个部会都会牵涉到哈。那希望说未来我们就大家一起努力，然后要朝向这个目标来前进。是，谢谢委员，谢谢，我们也努力。好，谢谢庄敬诚委员。下一位我们请黄秀芳委员。
谢谢主席，我们请署长。好，请署长。啊，委员好。署长好，署长。从早上到现在哈，其实大家都很关心哈，2025年的这个净零碳排的问题哈。那我想请教，就是说，目前哈，我们台湾就是针对2025年的这个净零碳排，我们到底要怎么做？那我刚刚也有听了几位委员哈，就是说你们针对这一部分也开了好几次会，好，那针对碳定价也。这个好像也还没有一个这个成熟的一个方案哈，那我是不是可以先听看看我们的署长针对2025年你这个净零碳排你要怎么做？我想跟委员报告哈，就是说大家讲2050要净零碳排，那其实是一个目标，所以很多国家都宣示了，但是它也不一定都找到方向怎么去做，像有的国家现在宣示它2050、2060要净零碳排，但是它的碳还在增加。是，那其实我们已经碳已经开始逐渐减少，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比较觉得说，哎，可以去努力的哈。那真正说怎么做，就是大家在讨论的所谓净零排放路径，怎么去找出来说，那我们从现在怎么去走到2050要净零排放？那在这中间有哪一些方法可以做？那也就是我们在开始报告的说，那国际能源总署他也分析的说，那2030之前可能是要把既有的技术大量的用，那希望在2030之后有比较好新的技术可以出来。那就像说这个曾市长说的说，那2030之后如果氢能有大量的开发，那因为我们受限，我们没有办法去发展氢能，但如果氢能可以让我们去进口来用，它就是一个干净的能源，所以那也是一个我们可以替代的。那这个会摆在比较稍微中长期的。好，署长，我刚这个图哈，我们看到就是说台湾哈在2019年的这个人均的这个碳排哈，每人哈11.1吨呐哈，这个是高于全球的一个平均值啊哈。那如果按照这样子的话，那未来我们这20-30年的这个时间，你要怎么让我们的这个人均的这个碳排是逐年递减呐？好，那一方面，其实我在前阵子我有看到这个杂志哈，它也有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个产业好有一些大厂，科技大厂，好，譬如说苹果，好，它也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它宣示碳中和，好，那未来如果它的协力厂商没有这个减碳的话，可能就会被淘汰掉，那。台湾有很多企业，其实他们也都这个做这个手机啊，哈，可能就是一些协力厂商。那我现在就是想要讲，就是说未来我们的这个环保署跟我们的所有的相关部会，其实真的大家要好好的去讨论哈。你要达到这个跟所有的国家一样，2050年哈，就是净零碳排，那怎么样逐步去做，那又不会去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产业，所以。那个署长你再说一下。我想谢谢委员提这个哈，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觉得一个比较大的困难，就是说可以看到我们整个排碳在全世界只有0.56%，可是我们的人均排放很高。曾经有碰到过一个外国人问我说，那你们台湾人士都不喜欢走路，全部都开车是不是？怎么你们人均排放那么高？但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困境，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产业在供给国际上跨国的使用。像我们的高科技产业，其实现在从这次的这个过程里面看到，我们的高科技产业在世界上有多重要的地位。但是它在我们这里生产，势必就造成我们的排碳。所以算起来，为什么我们的人均排碳会这么高？是。那所以我们也不能说，那我就把产业不要了，然后我就把人均排放降下来。所以现在努力的就是我们经济部一直在努力，怎么样子提供他们比较干净的能源。那么一个是降低我们的碳排。那一个也让它能够跟上国际上面对于它的供应链的要求，让它能够继续的维持它的这个竞争力。好，我们是期待啦哈，就是说我们要跟着国际的这样子一个脚步哈。那像刚刚有委员也有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个碳定价的这方面哈，其实好像你们也开会开好几次哈，到底怎么收，好要收多少，那你们有一个概念了吗？我想跟委员报告，其实那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了哈。那其实我们最早在开十几次的会，主要是谈整个修法的方向跟架构。那当然在修法的过程谈到碳费，大家不免就会关心说，那你到底要怎么收？是。那基本上在法里面，碳费只会有一个授权的依据。
那它的费率那些是在执法去定，可是当然不免在这过程有一些讨论了，所以 有不同的意见提出来。那我刚刚报告是说我们还没有定，因为那个在执法的时候会再跟大家来谈，但是会考虑的这些因素应该都是必须纳进去考虑的。嗯哼，好，那接下来我问一下哈，就是说欧盟其实它这个碳边境调整机制的这个部分哈，其实可能也会影响到台湾目前的这个整个经济的一个冲击啦哈。就像我刚刚讲的哦，就署长你刚刚也有说高科技的一些周边的一些零件可能都是在台湾生产，所以台湾的这个人均的这个碳排放会这么高哈，这个也是原因之一哈。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那未来要有什么样一个创新的一个技术，那可以减少这样的一个冲击，或者是也可以赶上我们2050年的这个净零碳排这样的一个方向。是，我想这个部分应该就是说我们经济部也在考虑要维持我们产业的这个竞争力，但是又要希望它降碳排能够降下来，这也就是他们为什么在他们开发再生能源的时候，它挑战很大，是因为它需要去维持那个供给，但是又需要把碳降下来。是，这也许市长可以。那个报告委员哈，那我们其实考虑到产业，如果单纯只考虑产业发展或者是它竞争力，只单纯因为减碳这件事有一部分是环境的，那环境进一步当然要努力来做这個。但如果纯粹回到企业，我先说，就是 CBAM 目前为止，我们大概影响最大的是钢铁。好，那钢铁来看，就是我们如果说它是原生料的钢，就是铁砂，讲简单就是中钢这种公司做的，它基本上的碳排量会比再生的，好，就是像新丰钢铁它做的那种从废铁再制的，它的碳排量会高很多。好，那但是相对来讲，我们的效率还是比较好。不过中钢这个企业你也知道，它是一个算是模范生，它已经做两个事，它第一个是做钢化联产，就是它二氧化碳出来以后，它接下来捕捉起来生成化学产品，这个已经在做，这第一件。第二件，中钢也会做示范的高炉，因为未来下一个技术是用氢来取代煤炭，嗯，做成还原剂，那这个事情它已经在尝试要开始做这个工作。所以有时候就是说我们政府部门一方面也要跟我们的企业哈，大家要针对我们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那当然就是说他们一些技术或者是他们的制程可能要做一些改变，或者是他的能源可能要做一些改变，是，所以可能就是说我们公部门这边也要提供给他们一些这个指导啦哈。对，他们在做，跟委员报告他们在做的这个工作已经在做，那接下来就是看是就是环保署这边，我们如果是把那个碳费当成费，它不是税，它就是专款专用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子把这笔钱拿来协助企业做减碳的研发跟投资，我相信这它就会变成一个正向循环。好好，谢谢谢谢。接下来我再给我几分钟的时间，一两分钟的时间啊，我问一下，就在疫情期那个市长你先回座哈，那个在疫情这段期间哈，其实电商哈，就是很多人就在网络上购物嘛哈，那这个包装哈，你拿回来的买到的这个东西，它外面的包装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多了哈，那比如说塑胶制品也好，或者是这个纸箱哈，真的都非常的多，而且回收的还是原本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环保署有针对这部分有去做一个示范哈，就是说它的这个包装可能就是在回收哈，可是成效应该是不太好了哈。那我是不是可以请教，就是说署长针对这部分哈，你们要怎么样去这个怎么去改善，或者是让这个回收回收的这个机制能够更好一点？谢委员，因为其实这个确实是很多委员关心，包括主席也都询问过这个事情。那我们在去年试着去办，找了几个网购业者去推，但是因为牵涉到就是说他怎么逆向回去，这个是不太容易建立的，因为他等于是另外一个成本，加上买的人的配合的意愿，因为你如果不够方便，其实他的配合度也会降低。所以在示范的这个，我们个人自己评估了，我们自己评估觉得它的效果并不是能够达到我们所预期的。就不好嘛，你们回收率就只有25%啊。对，所以就是它并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所以我们是跟这些网购业者在讨论能够怎么去改善。那当然在这一年因为疫情的影响有稍微慢一点了，所以这个我们会继续努力来推动。那署长最后一题，我想请教就是说2030年电动机车
你们的目标是差不多要占这个整个市场差不多35%啦哈，超过35%啦哈。那以目前哈，我们现在的机车数是1419万辆哈，那在去年的时候，电动机车是超过450,000辆。那你们如果说，2030年电动机车要达到35%的目标的话，是要496万辆。那你们要怎么去达到这个目标？是，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在检讨的，因为有很多都讲说啊，是不是因为我们油电平权，所以让电动机车卖得不好？其实电动机车跟汽油车的差别，应该不是那几千块就可以影响的，所以它一定有存在它一些结构上的问题，包括它的充电啊、便利性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也在思考说，除了补助，我们有没有办法其他的方式去帮忙他们去推动？嗯，啊，你要把基础建设建设得更好，它就更有竞争力，那其实买的意愿也会提高。所以我们也在检讨其他的方向。啊，所以现在还在检讨。因为我们检讨了以后，我们总要想办法找得到钱，我们才有办法去推动。好，所以这个需要一点时间。我觉得这个真的要继续持续去努力啦，哈。因为如果说再过10年，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标的话，其实真的。真的要每一年都要有进步，要不然真的很难去达到这个目标。好，以上，谢谢。好，谢谢委员。好，谢谢黄秋芳委员。我们上午询答到林华委员，好，发言结束后休息。那原则上我们休息半个小时。那现在请杨耀委员发言。谢谢主席，主席请下署长。好，请张署长。啊，委员好，署长好。所以我们今天讨论温室气体减量跟管理哈。我先提一个问题，就是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会议室的冷气太低？我们就是在讨论，温室气体减量或者是节能减碳，冷气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不对？会不会太低？应该是要26，但是确实是比较低一点的，比较低。对，因为大家都穿西装啊，穿西装就必须要把冷气往下调嘛，那就造成碳排量增加嘛，也造成能源的负荷增加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讨论很多问题的时候，还是必须要从我们周边的生活检讨开始啦。好。因为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原本是没有穿小夹克的啦，我发现真的是太冷了一点，所以我在那边倡议哈，是不是以后，我也不觉得穿西装就比较代表比较尊重委员啦，行政机关基本上尊不尊重民意是在你一般的行政作为的表现。不占你的穿着了，好，是，谢谢委员。好，这个不关你的事，这个是我们在讲说，任何一个议题其实都必须要从我们周边的生活环境开始检讨起。好，我刚刚在那边等了一下，确实觉得，对，我们今天一方面希望温室气体能够减量，希望次长也希望。能源能够尽量避免过度负荷、哦、可是我们在开会的冷气却开得那么低、哦、所以就有感而发。好，我先来问一个问题，是署长，根据审计部的报告哈、哦，我国近十年来二氧化碳的移除量未达一成呐、啊，可是我们现在移除量主要是来自林业部门，是。不过台湾的林地已经占了总面积的将近6%，也就是说这光靠林地要来移除二氧化碳是未来要继续下降是很困难的。那你们目前有没有未来会从什么层面或者是方式来落实温室气体减量？是，谢委员，我想，因为就像刚刚委员所提，其实，最根本的还是要从消耗的这一部分去减少了，哈、哦。
所以如果只是靠碳汇，其实它只是在最后某一部分没实在没有办法减的，也许可以靠碳汇去平衡，但真正重要的还是前面的减碳。所以刚谈的包括我们的产业，包括我们的运输，甚至包括我们的这些建筑等等，都必须要去推动减碳。那过去十年推动减碳的成效就是不好啊。是，我想跟委员报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其实在很多委员关心要修法之前，其实我们自己就在启动修法，因为我们就觉得原来设计的那个政策工具其实是不太足够的。好比说讲了说有总量管制，或者说有排放交易，但实际在执行上面，因为我们国情的关系，像我们在高屏地区实施空气污染的总量管制，就后来发现几个排放的量都集中在几个大的排放源，所以它就很难形成交易。那很难形成交易，它原来希望利用总量管制的这个经济的诱因，让可以减的人多减一点，但是让新的产业进来，它可以得到这个交易去取得它所需要的量，但这个没有办法形成。所以总量管制之后，但是交易没办法形成，那没有办法形成的结果就形成新的产业它没办法取得它需要的排放量，那这样的产业，新的产业没办法进来，它产业所谓转型或是减量也没办法发生。所以这个才是我们在思考说，那我们是不是政策工具重新设计一下，那从征收碳费进来，然后搭配适当的交易制度，那让它的碳形成它是一个它的成本，那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减量的循环。署长，你的意思大概就是说，我们用总量管制，所以假如是总量管制就会形成一个碳交易的系统。没有，就是说原来设计是希望这样，但是因为我们国内主要的排碳都在几个大的产业手上，那么现在就像我们空气污染一样，他会觉得说，那我未来可能我要扩产了等等，所以他就算有减的额度，他不愿意拿出来。那不愿意拿出来的结果，新的产业，或者说我们要求他减量，但他减不下的产业，他就买不到这个额度，所以他就达不到我们总量管制所希望发挥的那个经济的效益。啊，经济效益，总量管制希望说，在一个总的量里面，那你可以减的人你减下来，可是需要的人跟你买，你就减了这个成本，可以由买的人来替你支付。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比较有效的减量的方式。但是你的交易没办法形成，这个就是碳交易的概念嘛？对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国内就变成说，在原来的这个概念是对的，但是我们国内如果说少数的排放源握有大的排放量，那只要他不卖出来，你的交易就不会形成。所以署长，我直接这样子问好了，就是因为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是朝碳费的方向，是不是？是。好，我们希望碳费先行。那碳费跟碳交易的制度，两个实施的结果会不会有差异？其实我们现在碳费在减，在温室气体减量的目标上，其实是比较难达成的，走碳费的路径，是，对不对？是，碳交易是比较有可能达到零排放的目标的。是，跟委员报告，就是我们其实现在我们的设计上面是希望两个并行的，两个并行啊，就是说碳费。你排碳就要收钱，可是我们像说碳的交易，我们像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在做，就是我们透过我们的环境影响评估，对大的开发案，我们要求你的排碳，那你可能你必须要多少去取得抵换。那这样我们只要说我们再把这个所谓减量额度的制度建立起来，那就会有供给方，那需要的方他从他的大的开发案件，他我们从审查的要求他要去买，那他就会形成一个交易。署长，我问一个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是，因为欧盟可能是采取碳交易的制度，是。那我们假如说，台湾是又是出口大宗的国家，那会不会形成以后在国内付了一次碳费，然后要进入欧盟体系或者是碳交易体系的国家，又被收一次关税？对，这个应该就是说他们并不是这个应很有可能发生啊。不是，
他们定义的是在所谓碳定价，那所以碳定价里面包括碳费、碳税、碳交易都算。对。啊，那这都算的结果就是说，你为了你的碳，你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所以真正到国内付，在国内付出以后，哎，到不同制度的国家会不会再付一次？不是，对，所以这个才是说我们要赶快去建立它的盘查制度。那这建立盘查制度，如果国际上你承认我们的盘查制度，等于我们出的证明是有效的，那他在国内付的这一个，所以他单位产品排的量是多少，那么他已经付出代价的是多少，那那个你才去跟人家比的时候才知道说 OK， 那对方的碳排比我们高还是低。好，那如果我们的产品比人家对方高，当然它的碳边境调整机制就是要去调整这一部分。假如说世界上比较大的经济体或经济联盟都是走碳交易的系统，那我们实施碳费的没有，因为他现在讲的不是讲碳交易，他是讲碳的定价，就是你让碳有价，所以碳有价就是从税费交易，碳费也是一种，也是一种，所以其实未来就透过国际的谈判，他承认我们的这个东西。那这是一定是经过谈判的，好吧？好吧，谢谢署长，谢谢主席。好，谢委。好，谢谢杨耀委员。下一位，我们请谢依凤委员。谢谢主席，我想要请我们张署长跟我们的曾次长。好，请署长，请曾次长。好，委员好，署长好，次长好。你好。我次长，我看到你还没有，我还没叫你，你就自己起来哦。你可能想说，我一定会问你哦。我想要先请教我们张署长哦。今年我们这个会期哦，我们气候变迁的法案会不会送进委员会？因为我们是预计在这个月能够预告，但是因为中间还有。这个预告完成，你又有协商的机制，包括要报院去审查。所以你觉得有没有办法？因为大家都很在意，可能很勉强，很勉强，到下个会期，要下会期才可以。那我想请教一下，那2050净零碳排这个部分会不会入法？会。会确定会入法吗？对，我们现在的草案是已经把它写进来，所以我希望说我们可以尽快的把这个法案送进委员会来审查，然后让我们这个目标可以确定，好不好？是这个，我想这个我们一直在努力。好，那我想请问一下次长哦，因为哦，我们也知道说现在 C band 就是欧盟这个 C band 哦，那有可能就在2023到2025就会开始试行哦，先申报哦，那可能2026以后就会开始，就是开始执行哦，课税哦。那我不晓得你们经济部对于这些产业的，就是说所有的影响评估以及后续我们怎么样因应转型的准备都有做好了吗？啊，跟我们报告，现在目前他们第一阶段要科的产品大概是水肥、钢铝、电哦。我知道高耗能的产业嘛。是，那其实台湾大概出口比较明确的就是钢，嗯，到欧洲，因为水泥跟肥料没有，对，电是不可能。所以我们经济部还是一直都处在只准备这些高耗能的产业上面吗？不是，它往下走就是走，因为我们的中小企业其实因应。我们的联合国永续发展的指标来讲，中小企业未来因为在我们台湾占非常多的家数，他们有很多外销的需求，未来他们外销的时候必须要符合这个 ESG 的这个标准。那个我觉得中小企业目前最重要的工作，现在第一阶段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碳盘查的工作，进一步要跟环保署来合作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就是首先要先认识就是自己的，应该是要那个国发会先确定净零排放的路径图，对不对？那个委员，这个净零的路径其实会随着科技的演变会调整，但是掌握自己的状态，这个是最重要的。我知道，可是国发会主委上个礼拜在经济委员会的时候，的确有提到，他们目前希望在十月的时候就可以草拟出相关的净零碳排的这个路径图、欸。
它是一个规划没有错啊，这个国是不是？所以你们应该清楚的了解嘛。那当他有这个路径图的时候，你们就应该要协助中小企业嘛，因为你一直在说的就是说，哦，现在科技还有碳排，就是减少碳排的方式有可能转变，但是你不可以给这些中小企业重复去投资、去转型、去改变的这个成本嘛，是不是？不至于做这样子的事情哦。我觉得这个了解自己的状况，其实因为碳盘查会是大家所有中小企业第一个面对到的问题，我认为说这个会是知道目前面对什么样的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就是确定问题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你当然我觉得你上礼拜，当然如果你们连确定问题都没有办法的时候，当然未来要面对转型当然更没有办法。我现在讲的是中小企业，我当然希望说我们经济部可以协助中小企业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你们在增加他们更多的负担。那个委员，我想是这样，我们刚才的讨论就是希望他们能够了解要将来要面对到挑战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第一步一定要赶快做的事。因为每一个产业它的制程等等完全不一样，没有一个解方可以解全部的问题。我谢谢主席哦，我觉得今天哦，我认为哦，时间太短了，不然哦，我们其实经济部跟交通部对于整个产业界的从产品的生产到我们整体能源的，就是供给的来源，你再生能源是蔡政府哦所非常极力去呼吁的，但是你们今年有没有达到你们再生能源的目标呢？这也是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们今天让我们的运具都达到了电动化，增加了充气电，但是从中部地区的角度来看，如果火力发电还是我们主要的能源的时候，我们建越多的充气站，就会让我们中部的地区的民众用费发电。所以我希望说我们整体政府可以对于这个能源的转型，对于气候变迁的因应、产业的转型跟因应，都可以做更多具体细节的规划。谢谢主席。好，谢谢。好，谢谢谢一凤委员。下一位我们请林奕华委员。好，谢谢主席。我们请张署长跟曾政次。好，请署长、次长。要谢谢主席哦，招委监排这一个真的我们大家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哦。那刚才因为我们不是本文会有听到的，就是有关于原来的温检法哦，温管法。我们当然从2015年那时候巴黎协定，我们也订了这样一个法律。那但从现在来看，那时候叫做先求有再求好啦，就里面有些内容的确以现在来看，它有不足之处哈，所以大家就一直有所谓要修法的一个呼声。那所以今天我觉得排这样的一个专案报告，也是凸显再来可能我们在这一届里面，希望相关的进程可以非常的了解。那也知道说，如果下个是不是确定下个会期一定会把这个法案送到立法院来，是不是？请署长先回答一下。是，现在下会期刚审预可以审法案嘛？是不是？是，照我们现在的进度。规划应该是这样，然后我们会改成气候变迁因应法。目前的草案是这样。目前草案是这样，那我想应该就是往这个方向哦。那大家说，但不足之处有非常多了，其中一个就是牵涉随碳费、碳税或碳定价这部分的问题，因为在之前都没有碰及嘛哦。那我今天也看到有些委员在关心，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当然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既然您都说已经要开始做所谓的公告了，代表我相信一定有所谓的看法了啦，对于到底要如何来定价这件事情。那我之前有在媒体上有看到一个报道，就是署长你有说到是朝向新加坡模式嘛，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新加坡模式带每公吨是100元。我应该没有说过这个，没有说吗？但媒体有写过哎、欸。还是应该是没有说过，你有没有说？那你个人认为多少是合理的？因为这个还在大家讨论之中，现在还在讨论之中，不知道公告了吗？不是，但是没有，因为你法要预告了，但是征收的费率那个是在执法定定。我知道，但是问题是到时候一定会讨论啊，是，所以我说有讨论在讨论之中嘛。可是我觉得，如果说今天。连在这边我们都听不到，包括说，因为我分别想听一下署长，你认为怎么样是比较合理的定价？我也想听一下经济部政策，那在经济部的角度，你们认为是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还是说你们在讨论过程之中，
那么告诉我环保署你们认为适合的是多少，你可以说你们也许大约嘛，你不要讲一个大约多少到多少也可以啊，因为这会牵涉我们之后大家很理性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立法委员我们必须要了解政府的想法，我们才不会跟你们那时候有太大的落差等等状况，因为这个议题其实本来主张就非常多元嘛，甚至环团还主张到包括说300、700甚至1000啊都有啊，对啊，是谢委员就点到问题了，因为我们在立法的过程是跟各不同的团体去开会，对啊，所以他的主张其实就有很大的差异，对，但是政府不敢说你的主张，是环团都很大声说自己主张，所以我们现在要在立法的那个过程里面大家去寻求一个比较合理的可行的方案，那你认为100会不会太低，我这样问好了，如果你不肯说100会不会太低，因为我们都知道定价这个部分最主要目的是为了气候变迁嘛，对不对？是为了要预防全球暖化的问题，所以以碳如果定100元，请问署长你觉得会不会太低？我想跟委员报告了，我刚刚有说了，就是我们去定一个是要能够促进，你是政务官啊，是政务官，请你说出你认为100元是太高或太低嘛，你可以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吗？没有，因为我还在过程中间嘛，哈，我现在去讲，也许就阻断了大家讨论的。那请问进一步政策，你觉得100元太高或太低？我委员，我可不可以回答一下这一个问题？我们会怎么考虑？哈，因为好，它其实状况是这样，它主要我如果是进一步，我们会去面对我们主要的贸易竞争国，他们定的费率是多少？好，比方说韩国。因为我们有太多产业重叠，对啊，有，就我们都要出口到欧洲，我们各自定了多少的碳定价，这个会是我们看的重点。所以如果调到300元，如果是300元，你们觉得吃得消吗？因为现在韩国他们还没有定到，我这边提到，但是我现在说就我们自己的产业来看嘛。我这样说哈，如果以钢品现在出口到欧洲，如果定到这一个价格，是真的还蛮负担蛮高的。所以你认为300元对经济部的角度来讲，你觉得有点过高？看什么时间点？如果今天啊，就是如果是2021年，对，当然就现在我们在讲现在看嘛。这个其实是看起来是就对我们的竞争力会有影响，所以我们其实要回头看我们的贸易竞争对手大概是什么状况。我觉得台湾不能落后人家，那也要跟这个相对应的出口对象，要出口竞争的国家要一个大致雷同的水准。好，那这边当然我们可以再看，但是我希望是未来可以越清楚知道大家可能认为想法，起码我觉得上次你有提出说你觉得300有点太高，这样我先不管对错，对，但起码我了解你们部会的态度了哈。那在2023年，如果因为欧盟可能开征碳费嘛，但有可能是逐年式的，那所以我们在立法上面应该要尽量来配合这样时间，我觉得才是比较好的、抱歉，因为时间我没想那么快、光这个就过去了。可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按照我们的所谓温管法第四条来讲，其实目前我们距离原来的预估就已经无法达标了。可是我们2050年要减半之后，还要把碳中和未来要修法修进去，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要重申啊，定。随着 NDC 这种事情可能简单呐、但如何做到这件事情是困难的，所以我觉得，但是在这几年看到是，我们有定了法，但没有看到太多的策略。而这个策略，像刚刚我听到郑司说，你现在才要让中小企业去了解，还要去调查去了解，我都觉得其实有点很慢哎、那他们到现在如果都还没有这种认知，说未来要面对全球是这样的环境的时候。请问一下，你不觉得我们这个策太慢了吗？我要跟委员说明一下，就是其实减碳的政策工具有好几项，刚才署长有说明，但你如果说就要普及去试用，然后它可能影响面比较广，然后比较明确是碳费，因为碳费就是每公斤排碳就收了钱，它不经过交易，因为现在世界上有好几个国家试着做碳交易。其实不见得成功，它的两个状况，一个就是供不应求，一个就是需求不足，所以市场没有。好了，我先问一个比较直接的，台湾的状况，中油跟台电，你觉得因应这个会不会涨价？你说您是说油价跟电价？对，其实跟它每吨的排碳啊，所以会有关收的费用，因为你如果一吨是像日本的2.6块美金，那你去换算，你就会知道说我们现在碳排系数大概是0.5。
一度电 0.5 公斤，那其实它的那个 margin 就不会非常高。其实全觉它里面有一堆数学，所以委员说我们也可以我知道，但是你们现在绕来绕去，就我要再强调，定这个法的目的是为了要达到那个效果。对，如果说没有的话，会让我觉得说，其实对他们来讲就是缴个保护费的概念嘛，缴钱就好啦。我是缴钱就好，但是我认为。我为什么今天为什么是由卫环来排这个议题？我觉得它的意义就是在它的目的还是为了整个的全球暖化的议题在因应，所以我还是觉得应该要怎么样专业，但是做所谓的横评是很重要的啦。但是我觉得刚才像是你这个后面的回答，我就觉得不是很满意。跟委员，我然后就只是为了要帮他们解套而已啊。不是只是面对现在的问题，因为刚才假定是今天呐、啊，哈、就说假设是2021年的话，这是一个想法。但是如果面对刚才您提到2050年，我觉得纵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因为现在还没上场比赛，暖身这件事情我们要开始做。我就很遗憾说，连您对中油台电会不会涨价的事情，在这边都不敢说得很清楚。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我们比较遗憾的地方。谢谢。好，谢谢林益华委员。好，我们上午询答到这边哦，那休息用餐，下午我们1:10继续开会，现在休息。